大会委会现在出席委员十一人，已除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十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9年4月22日星期三上午9:05至14:23，地点：红楼36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委员、玉琴等12人，列席委员李委员、韦德等17人，列席官员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人，主席与召集委员桂敏。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事务，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委员李桂敏等31人拟具民法第20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本次会议由委员吴伟玉琴等11人提出质询，委员林维洲等3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已报告及询答完毕。民法第205条条文修正案进行逐条审查。第205条含委员蔡逸瑜等3人、委员吴玉琴等3人所提修正动议，均保留，送院会处理。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李召集委员桂敏出席说明。三、民法第207条条文修正案进行逐条审查。第207条照委员李桂敏等31人提案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李召集委员桂敏出席说明。民法第233条条文修正草案，并令其继续讨论。民法第1030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等2案，进行逐条审查。第1030条之一，赵委员周春密等21人及委员许淑华等16人提案通过。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李召集委员桂敏出席说明。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委员就上次会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没有的话，我们就宣告议事录确定。现在介绍列席官员。今天列席的有司法院秘书长林辉煌、刑事厅厅长彭信明、法务部政务次长蔡必仲、检察司司长林景村、立法院法制局局长陈清云、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专门委员李慧芬、内政部户政司专门委员曹成廷、国家发展委员会法制协调服务中心参事李世德。那今天排定的议程是：一、继续并案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及委员周春米等19人拟具之《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等2案；二、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刑事陪审法》草案，其中司法院、行政院会审版业经本会第十届第一会期第16次全体委员会议进行逐条审查，并于上周四针对人民如何参与刑事审判举行过公听会，听取了学者、专家及相关团体对两院会审版草案及本院委员党团提案内容的看法。在前次审查时，也就是在109年4月16号审查时，委员已有默契，不再进行询答，所以今天仅针对新增提案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发言时间3分钟。那我先请这个吴育群委员帮本席代理主席，我来进行提案说明。我们现在请提案委员周春明委员说明提案，谢谢。好，谢谢主席。那我想在场的委员还有列席的官员哈，
今天也是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审查逐条来审查这个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还有时代力量党团他们所提的陪审法。那我想这一次大家针对刑事审判制度的一个变革，不管是参审或者是陪审，主要也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都是由职业法官来执司刑事的审判，国民欠缺直接的参与及监督的管道，所以呢，对司法信任度不足，认为有引进国民来参与审判的必要哈。那我想这一次不管是参审或者是陪审，其实其中一个重大的重点就是我们是采起诉状一本主义，这个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变革。那我想这样子一个突破，我们采了一个起诉状一本主义，我们也免除了法官或者相关的证人相关的这个陪参审员，大家在看到全面的卷证有一个预断的一个可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跟非常必要的一个进展。那另外本席提的一个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主要也是综合了上一届我们在讨论两院会审版的时候大家提出来的一些疑问。那我的部分重点就是在于证据开示的部分，之前大家一直说这个三阶段的开示或者是分阶段的开示会不会有不利于这个诉讼的进行，或者是操作的太复杂。那所以呢，本席是综合上一届我们在讨论证据开示的时候相关的学者专家律师或者大家的意见，那我采了一个全面开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修正。那另外在我们上一次审查的时候，大家对于这个范围这次的两院会审版是把它限缩到10年以上，那这个本席的提案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上一届讨论，让这个有效的适用的范围能够比较大一点，然后让这个所谓的一个研究才比较的一个采样的可行性。那本次的修正攸关我国刑事审判重大的变革，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审查能够汇集各位委员同仁的意见，让本次的修正更加完善，也请各位委员支持，谢谢。好，谢谢周春明委员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请提案有关刑事陪审法时代力量党团代表邱显智邱委员说明，谢谢。主席好，各位这个同仁，那时代力量的这一个陪审法的草案基本上是延续的，在不管是在这个英国或是美国很多的这个陪审法的国家，它大概采取的陪审法的这个主要的精神。那我们必须要在这边再次的重申，基本上参审制或是陪审制当然都是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那我觉得不能够接受是说司法院一直到现在还在讲说这个陪审制可能有违宪之余，那你可以看到司法院的主张它是根据大法官释字378号解释，这个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是觉得说这个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应该要大家来讨论说到底这样哪一个这一个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对这一个台湾的审判制度的未来是一个比较好的制度。那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个人民参与审判的制度恐怕这个主要都是从这个陪审制而来的，那在目前在全世界也有52个国家来采用，而且这个历史都非常的悠久。那在亚洲香港也实施了陪审制非常久的一段时间了，反而这个司法院所提出的参审制不管是这个欧洲的参审制也不像这个司法院版的参审制这样，它的限制的这个件数这么的少，然后包括刚刚这个周委员提到的这个证据开示也是觉得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三阶段的证据开示，这等于是又把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一个等于是说到目前为止台湾的审判制度都不像这个司法院的版本，等于又再开倒车回去。所以这样的做法即便是参审制的国家也不可能像司法院的版本如此来做。那司法院的说法是说它是
采用了日本的这个做法，日本实施参审制也才从2009年到现在。那我们到目前为止也这个社会各界法界也不懂为什么司法院非得采用这个日本的参审制不可，更何况去年送进来的案件说七年以上有期刑之罪，所以适用的范围是1200件，现在这一届今年送进来又再度的把它提高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那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这么重的罪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又不完整的证据开示，然后必须要分阶段的再做证据的开示，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那从第5条的10年以上有期刑之罪之后，第6条又以这个案件繁复又可以不用行这个人民参与审判，所以当这个制度实行下去的结果，我们可以想见在台湾这块土地上能够行人民参与审判的案件当然是少之又少，才占了这个我国每年20万件里面可能只有5、600件，所以我们是真的很希望就是能够真的很细心下来讨论说到底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人民参与审判制度才比较能够让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可以参与审判。以上。好，谢谢邱委员。接下来我们请司法院林秘书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先进，大家早安。那么就周兆伟啊等19人拟具的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部分啊，我们表示适当的意见。第一个啊，考虑国家资源的有限性啊，为了避免国民及实务运作的过重负担啊，我们认为应该要以重大案件为适用对象。那么我们在104年到108年呐、每年平均的案件数，如果照周兆伟的版本来看呐、就大概每年全国的地方法院大概有1200件。那么参考过去2年多啊，各地方法院办理模拟法庭的经验，以及日本裁判员法施行10年来的审理经验，那这些案件啊大概都需要连日连续开庭，那么案件过多对参与审判的国民还有审检辩人士啊都可能造成过重的负担。那么比较我国跟日本的人口数啊，那么我国大概2300万的人口，日本大概1亿2000万的人口。那么日本呢、在一年呢、大概是1100件。那么如果参照起来，我们合理的案件数应该是在200多件。我们目前司法院跟行政院的会前版本呢、这样算起来一年的负担大概600件，说起来我们比日本的国民的负担和审检辩三方的负担呢，照这样的适用范围多，我们都还比他们重。那照周兆伟的版本呢、那就更重了，所以我们有这个顾虑。那么第二点呢、那我们认为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应该要稳健的来起步，尤其是日本在战后啊，有一直在操作起诉状一本，可是起诉状一本对于我们实务界来说，这是陌生的制度，我们需要一段时间的摸索、熟悉，所以我们想说初步应该是要用比较小范围的这样的案件数啊，来稳健的施行。那么第二点就是有关三阶段证据开示，以及被害人见证后知讯后知情的部分啊。第一点就是关于是不是要采行三阶段证据开示的部分，本院尊重立法院审议的决定。那么有关被害人应享有见证知讯后知情的部分呢、本院赞成啊，这个版本所定的内容啊。至于时代力量版的刑事陪审法草案的部分，我们的意见呢、就请大家参照书面，谢谢。
好，谢谢林秘书长。现在我们请法务部蔡次长报告。谢谢委员。那对草案53条所采行的证据开示啊，可能造成检察官开示其持有或保管之见证资料，未必均为起诉事实之核心。那被告或告之作可能前面争执啊，那么这个争点呢、啊，也不易来集中啊。所以我们对于草案这个有关于啊这个证据的开示啊，我们也认为啊，可能会造成这个审理程序的冗长，不利诉讼经济啊，并使国民法官过重的负担，所以建请参酌两岸会协办草案的证据开示模式。那么又草案规定检察官的限制开示证据之范围，因为考量湮灭等啊，这个或过串共犯或证人等危害诉讼目的或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的情形，似乎比较未能保障证人及兼顾实体真实发现的刑事诉讼目的。再者，依现行刑事诉讼法33条规定啊，辩护人在审判中得检阅卷宗及证物，并得抄录、重制或摄影。被告在审判中得依纳费用请求交付卷宗与证物的影本啊。本集对于辩护人和被告之见证获释方式为不同的立法模式，且适用国民参审案件啊，均为强制辩护案件。检察官向辩护人开示证据啊，已可充分保障被告的防御权，所以检察官应无用再向被告开示证据。那么草案既设计检察官跟辩护人都负有开示证据的义务啊，那草案的58条，在辩护人未履行法院之开示命令，且无法命辩护人立即开示持有或保管证据之规定啊，这两个标准好像不一致，建请再酌。那么有关草案60条未明确规范适用之主体啊，那么在此章节规范违反正当使用之法律效果，而没有规定在第5章的罚则，这个体例上请再酌。那么案件在国民行参审程序的时候，采见证不并送，那么告诉代理人跟诉讼参与人无法自取法院获知任何见证之资讯啊，所以赞成草案第61条，告诉人、告诉代理人及诉讼参与人都可透过证据开示证据来获知见证，以保障其诉讼参与的权利。那么有关当事人在证据调查完毕后表示意见呢、啊，这是诉讼上很重要的权益。草案在第17条就适用国民参审案件的诉讼程序，与一般案件的诉讼程序为不同的规范，比较难为有法理上的理由。考量对于较复杂的个别证据调查完毕后，未使当事人得适度向国民法官来阐释该证据的证明力啊，因此建请保留当事人得视情形有表示意见的机会。那么有关草案第88条针对死刑的科处，仍需经国民法官及法官全体同意，造成重大生命危害的法益死刑案件啊，一般人一个人的意见就可以否决其他多数人的意见啊，这条恐难符合社会的期待，建请再酌。那么有关时代力量党团凝聚的刑事赔偿法草案部分呢、啊，就请参阅书面意见，谢谢。好，谢谢蔡次长。提案人与机关代表已说明完毕，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也就是继续并案审查司法院、行政院函请审议及委员周春米等19人拟具之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等二案。两院会选版的提案条文在前次审查时已全部宣读完毕，并以逐条讨论到第2章章名。今天我们继续进行并案逐条讨论时，会再补充宣读委员周春敏等19人的提案条文。好，那我们先请宣读提案条文。请参看条文对照表。委员周春敏等19人提案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法草案，名称第1章章名第1条、第2条、第3条、第4条各条文及第2章章名第5条条文均与两院版同，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继续讨论第5条。在上次审查的时候，我们大概就第5条跟第6条，就是一起做合并的讨论。那现在我们就回到第5条继续讨论。请问各委员对这个条文有没有意见？那第5条也有修正动议，上次也有。上次宣读。有宣读过。上次有郑天才委员提的修正动议，对。
决的就是。对，上次第五条都有这个修正动议都有宣读过。好，我们现在请郑天才委员发言。刚刚有新修。主席，各位委员，我们司法院还有法务部，各位长官哈，这个第五条啊，我提出这个修正动议啊，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行政院、司法院的版本啊，对于第五条啊，主要是这个第一款啊，是明定首犯罪轻本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啊，那这个部分我提的是不是10年以上啊，但是它是主要是针对被告为原住民，属非告诉乃论之公诉案件，且所犯案件与原住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及价值观有关者，之所以会提这样的一个修正条文，最主要就是说，以现在行政院版或这个司法院的版本呢、是以刑责来去定这个范围，而且是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之罪。那对于这个检察官已经起诉，基本上这个证据，他已经可能就是10年以上，所以他起诉的那个这个罪行，基本上到了这个法院，即使这个有了国民法官，对于证据的部分基本上这个是在检察官到了法院，当然这个对证据的一个认定当然是会讨论，但是这个已经是有限了那对于原住民族而言，我们所强调的就是因为原住民族的文化而产生的这些司法案件这个刑事案件，因为原住民族的传统习俗而涉及到我们的刑事的一个法律，在这样的一个在如果没有我们的国民法官来参与审判的话，基本上一般的法官对于原住民族的传统习俗文化甚至这个价值观的那个部分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而且它会牵涉到这个我们讲的那个司法院版跟这个行政院版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基本上国民法官的参与就是说这个论刑到底是要到这个死亡那个是这个死刑还是无期徒刑还是10年以上的几年恐怕是这样的一个差别。但是对原住民族的案件就有可能他是有罪还是无罪，一开始就会变成是再去论断有罪还是无罪，按照现在的法律他可能就是有罪，但是按照原住民族的文化传统习俗甚至按照原住民族的价值观甚至与两公约相关的这些或是宪法很可能他是无罪，他又会有很大的差别。如果我们从这个历年来各级法院对于涉及到原住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价值观的案件会有罪跟无罪非常大差别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跟一般的那个这个案件不太一样，所以希望我们各位委员能够支持将原住民族涉及到所犯案件与原住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及价值观有关的能够列为我们这个我们国民参与刑事审判的一个案那个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以上。好，谢谢郑委员。那不知道各位委员手上有没有再拿到一份新的由林维洲委员等提出来的修正动议，大家都有拿到吗好，请宣读修正动议编号5，第五条对照
两院提案条文，将第五条第一项第一款内的十年修正为七年，第二款后段之婴儿致人于死者修正为婴儿致人于死或致重伤者，其余均同提案条文。提案人委员林威洲、叶玉兰等。好，那第五条就是第一个重点是适用的范围是要七年还是十年？那这个部分，刚刚司法院口头报告还有在书面报告都有说明。那这个争点在上次其实大家也有充分的一些意见表述。那第二款就是修正动议，柯建铭委员是有把它改成比较修正为比较白话，就是发生死亡之结果。那接下来第三个重点就是郑天才委员的意见，那司法院要不要再补充说明、补充答复？有关于郑天才委员的意见，对，他所提的刚刚的发言，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说明的？还是彭厅长，请说。嗨，好，那主席哈，就郑天才郑委员刚刚提出的这个原住民相关的部分哈，首先是非常佩服郑委员一路以来对原住民族的一个关心。那如果依照郑委员版所提出来的有关原住民传统惯习文化的这样的案件哈，经统计下来，每年大概有220件了哈，所以这个件数是非常的大。那如果增加原住民文化相关的案件的话，那势必在国民法官的这个选任上也要设立一定比例的这个国民法官。可是呢，我们经过这个选任程序啊，或是海选的结果之后呢，这样的一个国民法官呢，很难确保哈可以组成一定比例原住民这样的一个合议庭。而且呢，原住民文化的各族的习惯也不一样。那所以在各地方法院要在制作各族的这个原住民这样的一个备选名册，这可能会相当的困难啊、哦。那另外一个我要跟各位人报告，就是说，那现在我们各法院都设有原住民专庭啊、哦。那原住民专庭的法官虽然他们没有原住民的资格，但是呢，经过我们长年以来的一个教育训练哈、哦，那现在呢已经可以发挥保障原住民权益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个专庭的设置呢，也是在当年郑委员的努力之下哈，我们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那所以呢，在个案当中啊，好，我们目前是透过专家证人的方式，让这个不同的原住民族的耆老哈，可以在我们的案件当中呢，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法官，也包括国民法官，有关各族原住民文化习俗惯习这样子的一个相关的专业知识。那在这个知识的这个讨论上面呢，形成一个对原住民的了解，那可能是比要把原住民的案件纳入，或者是选择一定原住民比例的这样子的一个国民法官，要更为妥适的一个做法进行参酌。谢谢。好，来郑委员。这个我不认同这个刚司法院哈这个的一个说明哈，固然没有错，102年我所推动的原住民专庭啊，这个或是专股啊，都在实施。事实上，这个第一个，这些法官呢、啊，基本上所受到的教育训练非常非常的有限，非常非常的有限。最近，啊，我不得不谈个案了哈、啊。我们原住民族使用祖先的土地，而且是原住民保留地，已经是原住民保留地。然后这个乡公所出租给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是后来才承租的，它是整笔地号承租了。那因为乡公所没有去会勘，没有把它分割，然后这个企业就来告我们原住民窃占，所有权人、管理机关、原民会都没有要告，企业来告是窃占。对不对？法官就直接要我们的乡那个老人家80几岁，他从小就在那边耕种，要他认罪。从这个案例啊，就可以知道
这个专庭根本就是形同虚设啊，形同虚设。然后请的法服律师啊，也不为他辩护，而不讲话，还私底下说你就认了吧，反正不会坐牢，像这样的，对不对？这个最简单的案例都没有办法做，都没有办法守住。好，所以你讲那个专庭做得很好，那是我上次才会告诉你说，请司法院好好的去了解整个，好，整个专庭已经实施的，啊，102年到现在也很多年了，啊，相关的制度的建立，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处理？既然现在有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原住民族的这种涉及到文化习俗、价值观的案件，不是说几年的问题，而是有罪还是无罪，非常大的一个分野。所以我还是要拜托所有的委员，拜托司法院，拜托法务部，好，能够支持。好，以上。好，那现在这边还有一份是吴怡丁委员等所提的修正动议，请宣读。再印了哈。修正动议编号6，第五对照两院提案条文第6条，增订后续的2项，最轻本刑5年以上之罪之重大案件，经司法院许可后，得准用第一项之规定。司法院为办理前项许可，其申请方式与限制、许可程序、许可标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提案人委员吴怡丁等。好，司法院跟法务部拿到了吗？好快哈，没关系，我再说明一下，它除了是条文大概就是沿用两院的会衔版，第一款是10年，但是它有在1、2、3、4第五项，它就是认为它有一个范围的一个扩大，最轻本刑5年以上之罪之重大案件，经司法院许可后，得准用第一项之规定。那相关的许可还有一些程序办法，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国民参与审判的这个范围，大概是原则上，那个吴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原则上就是10年，然后5年以上是例外。好，请说明。对，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10年以上就600多件嘛，那我们现在这一个适用是6年嘛，那我们也希望说，如果在期间我们越来越顺畅的话，可以更多的案件进入这个国民参审，所以我们才多加了这一个，就是说如果在5年以上的罪之重大案件的话，经由司法院许可就可以准用，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不要写死了，到时候你们觉得法院的能力许可之下，那我们也进行的顺畅了，我们可以渐渐的把其他案件加进去。谢谢。来，秘书长。跟委员报告哈，这是关系到人民重大权益的程序了哈，我们希望不要用这样法规性的命令来决定这个适用的范围，应该是要由我们国会啊来直接定啊，这样比较合适。以上。好。其他委员有没有补充？我想第五条综合上一次的讨论，大家今天应该也没办法做定论啦，这条我们就保留，好，我们往下继续进行，大家再想想看，然后司法院也针对各委员的提案的范围再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调查，不是调查啦，就是一些数据上面的一个分析。 好，接下来我们讨论第6条，请宣读。
委员周春米等十九人提案第六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六条同，宣读完毕。好，那第六条，上次我们讨论，那也有请司法院是不是说就各款法院法官在裁量的时候、裁定的时候的一些参考的一些事项，请问这个部分有做来，请说明。请那个彭厅长来说。好，请刑事厅彭厅长。好，谢谢主席哈。那有关前一次所提出来，第六条第三款到第五款，未来的适用标准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有提出一份书面报告。那其中第三款呢，是指案件情节。大家有收到吗？在哪里？是你们今天的书面报告还是另外一份？鲍主席，如果今天没有提供的话，我们待会马上补印给大家。好，因为还是需要书面的那个辅助。因为星期五有函送过来，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印在会场上面，我们马上来印。函送给委员会吗？是。好，那没关系，彭厅长，你先口头说明。好，那谢谢主席啊，就是有关案件情节繁杂或是需要高度专业知识这一类的案件哈，那在实务上，比如说像违反银行法、好证券交易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那票券金融管理法等等的案件，那这些案件通常了相关的单据非常的繁杂，那也涉及到复杂的财务、会计、金融、证券等相关知识，那可以预见呢，国民法官在审理的期日不仅不容易理解，而且还要经过长久时日，也难以完成这个审判哈。所以针对此类的案件啊，如果它涉及的这个专业这个知识哈，非常的繁杂的话，那就符合这个第三款的情形。否则在例外的状况的话，这个这样的情形是不会被轻易的运用的。那再来就是说第四款有关被告为有罪的陈述的部分，那审判长告知被告哈，如果要采行通常审判这样的意旨的话，那而且审酌案件的情节认为呢不行国民参与审判为适当，那比如说呢检辩双方对于这个被告认罪的案件呢，好他的量刑没有很大的争议啦，那而且呢如果行国民参与审判也没有办法彰显这个人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价值，那被告呢他自己也认罪也不争执量刑，例如说他不争执有什么这个减免刑责的规定等等哈，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行国民参与审判没有办法彰显他的一个重要意义的话，那在这种情况那就可以那经过征询双方的意见、检辩双方的意见以被告的意见等呢，就来排除这个案子来进入国民参与审判。那第五款呢是一个概括规定哈，适用的时候就应该严格的来检视哈，那个案虽然没有符合前面四款的情形，但是应该有类似前四款所列的这样的公共利益，那国民法官跟被法官的负担如何哈，以及当事人诉讼权益的均衡维护的状况，那做一个弹性的一个概括的一个规定。那以上是这三款的一个审酌标准初步报告，谢谢。好，所以这个裁定后是在国民法官法庭组成后，就也是要听一下国民法官的意见嘛，是不是？好，我们请李桂明李委员。几点就叫哈？第一个呢是我刚听到秘书长讲到，就是说很多东西不希望由希望都规定在法律里面很明确嘛，对不对？秘书长刚刚是这样讲的。可是你的这个第三项第一项的第三款的地方啊，你讲说案件情节复杂，然后需要高度专业知识非经过长久时日难以完成审判，那这个标准，这个具体的标准在哪里？它不是也是回归到您刚才的这个顾虑，这是第一点嘛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你把这个第一项第四款的东西摆上去，你说如果说是被告就被诉的事实为有罪的陈述的时候呢，你认不行国民参与审判为适当啊？那个，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参审里面还包括这个判刑的种类啊，还有你的量刑的这个高低，所以你的意思是讲说，只要是一旦经过被告自白之后呢，全部就是由
法官、职业法官直接来做判断了。那这个的被告的自白的情况会不会有因为我理解就是说原来是有很多的这个冤狱的这个案子的发生嘛，好，所以也希望这个民众在参与的时候一方面能够避免有这个像上次提到食安啊，然后这些的人民觉得就是说法职业法官跟社会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避免就是有冤狱这样的一个情形的产生啊。那所以你现在一旦是被告他做有罪陈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排除掉，那这个能不能达到你原来的希望人民参与的一个目的了？这是第二点的一个部分。然后你的下面你有个 catch all provision 哈，上面就说其他有事实足认显不相当，这个其实也又回归到你的其实的不确定性了哈。那我们从你的第五条跟第六条的部分呢，总括一起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好像在司法院的这个版本里面呢，原来在官审，其实到目前为止我看到官审跟参审的条文呢几乎都一样，只有就是把官审员改成国民法官而已，到目前为止了。好，到第六条为止我看到内容其实都一样，只是名词用的不一样而已。那我就要请教的就是说，那在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真的能够达到你原来想要的吗？然后官审的部分原来规定的是说十年以上的嘛，那在你参审的时候呢，你把他的十年你现在改成七年。那刚才有委员呢也提了很多的案子，我们上礼拜四做公听会的时候，大家也表示了说，哎，大家可以理解，就是你现在是想说要很务实的做好你的600件的案件，所以刚才吴怡丁委员也特别提出来说，那没有关系，那你的第一阶段是这样做，但是以后呢，等到你已经都熟悉了之后呢，那个案件可以扩充。可是看起来你的第六条的部分呢，反而是把你原来的案件先不打紧，就是说官审从十年，你现在把它改成参审的七年。然后刚才委员提出来的案件是说，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之下，你将来司法院同意的时候，你应该把那些的案件也纳入那个国民参审里面，你也拒绝啊。我刚听到的是你也拒绝。然后现在这个地方呢，你又把你原来可以审的案件又更加的限缩，所以换句话说呢，你的参审，你的现在司法院提出来的参审的版本呢，看起来好像就是把官审的范围缩小，把委员刚提出来的部分呢全部否决，也就是说现在虽然缩小，可是将来可以放大，这个好像听起来司法院也是拒绝，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好，来，那请林秘书长说明。跟委员报告哈，那么第六条第一项的各款呢，这是法官呢、授权给法官呢、在个案里面去决定的，这不是一个法规命令。那刚刚我们对那个吴怡丁吴委员的指教他的提案我们是提到说，这个案件适用的范围啊，那个这个会牵涉到国民的重大权益的程序，那这一个我们希望能够说在每一年的检讨或是六年的总评估检讨之后透过大院来立法扩充，而不是由我们司法院用法规命令来定以上刘世芳委员，我想就第六条的部分可以再请我们司法院解释一下。我觉得第六条的条文的定好像是跟第五条其实它是非常有强烈的这个联动性质在内，但是呢，我们所写的这个条文里面呢，就是所谓的裁定不行公民参与审判的部分的话，有些文字我觉得太过于好像是没有办法用个客观的标准，譬如说有事实足认行国民参审制呢有难其公正之余，那表示说回到职业法官的认定，就
就是有公正，然后在国民参审就不够公正。好，那第二个第三条的部分就是写案件情节繁杂或需要高度专业知识。那这个呢，在第五条这个司法院所提的这个案由说明里面，大概有特别提到说，如果属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公共安全或是其他公共利益的重大犯罪的要件加以限缩。那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的话，会让人家觉得说，我们如果通过这个国民参审制啊，其实意义不大。国民参审制的部分就是说，除了提高我们自己本国国民呢、对于法律上面的一个这个水平以外，同时我们也要回应社会大众对于影响到整个社会里面的不管是司法裁判好或是检辩双方的意见上面公平与否。除非你们这边有提到就是除了性侵案或者是说国防机密以外，好，由法院裁定不行参审，我觉得这个我们比较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大型的这个公共利益的重大犯罪、团体诉讼类或集体诉讼类，譬如说我们过去有一二十年的，大家都知道桃园的这个 RCA 的这个部分，可能也是影响到相当多的这个刑案，或许有状况是超过十年以上的这个本刑的话，那这一类的案件，为什么如果按照你第六条这样第一款或是第三款所提的话，可能就会排除在外？那这样子我们推动这个国民参审制啊，我觉得那个意义就不大。好，看起来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检辩双方觉得说都不要，那我们就都不要。我觉得这个怪怪的，那这样请国民法官来做这个意见上面的陈述，其实就有点不像是我们一般人民啊会期待说国民参审制呢可以表彰我们自己国民的在那个司法案件上面呢对于这个意见表述上面的一个共同的看法。所以我认为第一款跟第三款呢，不能够用这样子非常模糊的描述的方式来做排除的规定。好，这个给司法院参考一下。好，谢谢刘委员。那接下来我们请郑委员，然后李桂明委员。哎，谢谢主席哦，各位同仁哦。第五条跟第六条是联动的哦，从我们的委员在询答的时候可以看得出来。那看起来大家意见也都很多哦。那再谈下去的话，可能就后面会卡住。但是我建议说，我们第五条跟第六条，我们一并都先保留，好不好？然后之后大家理清楚其他细节之后再回来，可能会比较好讨论。好，谢谢。来，李桂敏李委员。本席不反对那个保留了，好，所以我先讲一下，因为它其实基本上来讲联动性其实是真的蛮大的。可是我想就是说，因为将来还是要协商或者是再回来嘛，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那个司法院啊，在你的这个版本里面呢、有时候是法院，有时候是法官，然后到底你的这个差异性到底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就拿第六条来讲好了，你这个地方提到的法院，因为刚才秘书长你刚刚提到说它是个案哦。哦，你刚刚讲说这个，我刚刚讲说第五条、第六条，你原来是把官审的范围变小，变小了之后，在第五条里面，然后要加你也不肯，然后在第六条的部分呢，你把你的那个小的范围呢，又把它例外排除，所以你就变成瘦身瘦了蛮多的。那我只是要请教，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法院指的是谁？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是个案嘛，那个案的时候，你这个法院讲的是谁嘞？来，秘书长直接回答。哦，来跟委员报告哈。那么我们在这一部草案里面呢、我们两个名词要首先说明清楚的。法院指的是就是三位职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法院。那么另外国民法官参与进来，那六个人加三个职业法官，这个我们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叫国民参与审判法庭。我们这样区分。然后如果我们是讲到法官的话，那是指我们合议庭的三位成员中的任何一位，这样。谢谢那个秘书长的那个开示哈，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回到刚才刘思芳刘委员那他讲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法院呢指的是个案里面的职业法官哈，
三个法官一次的，那他就牵涉到就是说，那在上周的时候讨论的时候，这个很多民间的这个专家呢，他也提到就是说，哎，你的三位法官其实你开不开庭，你私下都已经先达成共识了嘛，才会进到这个里面呢去跟国民法官讨论，这个就是上礼拜提到这个中间讨论的部分嘛。所以你现在已经讲说，那你这个法院指的就是职业法官的话，就回到刚才刘委员提到说，哎，那为什么职业法官他，你又把这个决定权呢到了职业法官，那其实是不是国民法官只是进来做背书而已的嘛？这个就回归到民间的他的考量，其实主要也是在这里了。好，那今天司法院这个书面报告有提就第六条第一项第三款到第五款一个比较明确的具体判断标准，那也请委员参考。那这一条我们就保留，接下来讨论第七条，请宣读。看条文对照表第四十四页，委员周春米等十九人提案第七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七条相同，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对第七条两院会选版还有本席的版本，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的话，我们就照两院会选版通过。接下来讨论第八条，第三章，请宣读章名。周正秘等十九人提案第三章，国民法官及备位国民法官。好，请问各位委员对于第三章的章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两院会选版通过。接下来讨论第一节通则，请宣读。委员周春平等十九人提案第一节通则，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节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两院会选版通过。接下来讨论第八条，请宣读。第八条，国民法官之职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与法官同，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来刘委员，那个另有规定的部分，可不可以请司法院再详细说明一下，好吗？好，秘书长，请说明。这个部分哈，我们是不是看一下我们那个说明栏？嗯，就是在本法一二三四五，就第五行，在本法特别明定啊，专属于法官职权或对国民法官职权有所限制的，例如六十九条一项，明定就是关于证据能力跟证据调查必要性的判断、诉讼程序的裁定、法令的解释，专由法官合一决定，才例外的排除国民法官的职权。主席，这个部分哈，那当然对于那个刚刚司法院的解释哈，对于国民法官本身在法理上面，或者是他们在法官职权上面呢，并无宣制，这个部分我没有其他的意见哈。但是因为我在我们上周在讨论的时候，特别提到那个国民法官本身啊，不管他是在性别，或者是说在他族群上面的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文化或者一定程度这方面的涵养的部分哈，所以我这个部分呢，文字上第八条的文字我没意见，但是未来因为我们还有好多条保留这个部分哈，我可能会放在原来我们上周已经先保留的第四条里面哈，所以我就这个地方先声明一下好吗？那如果没有的话，我就在第八条里面做修正动议。好，所以刘委员，你是要再提保留在应该是第四条的部分。第四条那个应该是他的条件嘛，哈，就是国民法官的，对，国民法官就选任的条件，因为我不晓得是放在哪里。第三条，好吗？好，没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还是会送协商。哎，好，那我就先讲一下说我的想法哈，谢谢。好，李委员。那个第四条的第八条的部分呢、第八条部分你提到说所谓的本法定有规定，指的就是你举的例就是刚好关于这个证据能力跟证据调查必要性的判断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就会牵涉到，就是说你去引导这个国民法官嘛，因为你国民法官只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你一般出来的时候，你在讨论的时候就会回归到这个部分，讲说，哎，你看哦，你们的这个职权呢，原则上是跟法官同，可是至于呢，这个证据能力啊，然后证据调查的必要啊，还是我法官说了算。所以呢，这个部分，像比如说在美国的话，他对于他的这个证据可以采纳、不可以采纳，他其实都是公开的。那你现在呢，对于中间讨论的地方你又不公开，然后呢你又不像官审，官审的部分呢会是变成就是说，如果国民的有意见，官审员或者我们这边叫称国民法官有意见的时候，法官呢他的意见，职业法官跟他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他必须要写出来为什么他对于那个东西不同意。可是在你的现在的版本里面呢，你是把它整个都盖住的，所以就是对于职业法官跟国民法官之间的讨论呢，你不让，第一个你说他可以讨论啊，他跟陪审不一样，然后第二个你说他的讨论的部分呢是不可以对外公开的，然后第三个呢，你在这个地方又规定了，就是说，哎，这个决定权是在我职业法官，那这个就会回到说。那到底你今天是真的要国民法官参与呢，还是说你是要国民法官背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部分呢，你这个第八条的规定呢，我还是回到就是说，最初当初的时候，为什么官审他用官而不用参的原因呢？是因为顾虑到说，他到底让国民法官虽然很想但是让国民法官进来会不会有这个违宪的这样的这个情形？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就这两点呢，就叫司法院。好，来司法院请说明。你们列的是证据能力啦，不是证明力。好，来秘书长。一部分哦，我们在听取意见呢、跟听取检察官辩护人的意见呢、这个部分当然是公开的，裁定的也是公开的啦。不过如果是中间讨论啊，那个是不公开，那因为那个这是两回事啦啊。就是中间讨论国民法官也有参与啦，是不是？你们的意思是这样吗？可以参与，就是69条哈，是如果有疑义的话啊，他们也可以行中间讨论啦。那关于国民法官跟备位国民法官要不要在场，这个在第二项啊，就是说那个关于证据能力跟调查必要性的判断，那个就是首先要听取检察官辩护人的意见嘛，然后要进入评议啊，那评议基本上就是不公开的，评议本来就要秘密啊。那之后另外呢，就是原则上我们看第二项69条第二项的设计，原则上国民法官跟备位国民法官不得在场，但是法院如果认为有必要啊，可以在听取检察官跟辩护人的意见以后，让国民法官跟备位国民法官在场，而且听他们的意见啊。那么这个即使国民最后让国民法官跟备位国民法官在场也听他们的意见，这个部分也是评议啊，评议是不公开的啊。评议是大家一起就对了。对。好，来刘法官，刘委员，还有我不敢讲话，来请。对不起，我请教一下哈，请问所谓的公开跟不公开？是怎么样的定义法？公开的意思，依照我们一般社会上公开就是媒体知道就叫公开，好，但是呢
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报章杂志会写抹不具名的，这个什么某某人士讲的话，那请问这叫公开还不公开？他已经把东西都放出去了，哈，这个算还是不算？哈，那万一我们如果有迹可循，哈，因为我们相信职业法官他们本身的素养或者他们的这个比较强，那有些国民法官可能会觉得说他跟这个媒体上面都很注意的话，也许打个电话套一下话就套出来。那万一他没有采行这个我们这个法这部法条里面所定义的，就是已经泄露某一些事实哈，或者某一些不能公开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国民法官的资格是不是就被削减掉，或者是说要用其他的备位法官备位国民法官来取代这两个部分？因为刚刚秘书长讲的，有的是可以公开，那有的是不能公开。那对于很多国民法官来讲，他只要去参加什么是公开什么是不公开，他都是事后才被告知，但他事前的时候他已经发表很多言论了，好，所以我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执行上面确实有困难，但是请你把它定义清楚，人家才知道说这个是秘密的，这个是不能公开了，这个是半公开的，这个部分有点比较复杂。好，秘书长，关于评议啊，那都是秘密的，这个是应遵守的秘密。那如果违反的话，刚刚刘委员指教的部分啊，我们定在35条。那个35条啊，第一项第五款，这个如果第六款，如果有泄露应予保密的事项，主任其继续执行职务以不适当啊，这个是构成那个解任的事由。好，林委员。秘书长，这个很抱歉哦，我有个小小的建议呢，哈，看你觉得可不可行哈，就是说您方不方便再看今天什么时间呢？把那个您脑筋里面所设计的参审的流程呢，从头到尾介绍一遍，先不讲法条啦。好，就是说你的概念里面整个介绍一遍，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就是把你的法条对应你介绍的那个将来国民法官的你的整个流程呢，看能不能够配对配起来啊。因为你现在提到你刚才回答那个我的询问的部分两个问题，你其实没有回答啦。你其实没有回答，但我有听到你的那个说辞里面呢，里面提到说，哦，关于证据的部分，你会询问这个检察官跟辩护人，那现在就会牵涉到他到底在哪一个阶段嘛？他到底在哪一个阶段？那你如果是按照原来的，就是说你司法院以前早期的版本，早期的版本呢，在第八条的部分，我说刚刚在第七条之前，大概都是官审跟参审两边其实都是一样了，只有名词换掉而已。那你从第八条的部分呢，你做了一个变动哈，你原来官审的条文里面呢，你讲说官审的案件呢，官审员的职责是全程参与审判其日的诉讼程序，全程参与啊！你原来讲的是全程参与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讲说国民法，不管你要叫他什么名字啦，不管你要叫他官审、参审也好，或者是变种的陪审也好，名字其实不重要，重要我们要知道是实质国民是不是真的能够参与审判嘛？那原来你的第八条里面讲是全程参与审判其日的诉讼程序，然后你讲的是参与中间讨论，然后你讲是参与中间评议，对不对？那你刚才回答的部分讲说，哦，评议是不公开，那个其实不是我们的问题啊，当然刘委员有问到，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算公开了？我觉得只要是外界可以知道那个讯息，它其实不管是合法还是违法，它就是公开了嘛，你知道？但我的问题是说，到底国民法官，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从头到尾你的设计里面，到底从比如说你海选了，对不对？你海选完之后，你从一开始的部分，当你在讲到现在的第八条，我看起来感觉是你把原来官审的第八条的范围呢，你又限缩了。
你又现说了，因为原来你是讲说全程都可以参与嘛，你现在讲说哦，不是，有些东西呢是只有职业法官可以做的，所以国民法官他不可以做。那这个又回到民间的顾虑，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到底你的参审制到底是真的要让国民参与呢，还是说你要行职业法官直接决定？然后让国民法官透过中间讨论，透过被引导的情况之下，最后只做一个背书的动作，到底是哪一个了？好，郑委员。那第八条哦，就说看起来应该不会特别问题。不过既然已经写了说国民法官的职权跟法官相同，那就我在质询的时候里面也有讲到，你如果去看到第94条开始的法则。那他也不是，他高于背信，低于贪污治罪条例哦。那你既然是权力相同的事，职权相同的时候，我认为责任的应该相同了，义务就应该相同。那因为现在这个法，他处理也是重案，那重案这个大部分都会关人生死啊。那如果像中乐透一样被选到了，那他那个被告花了起钱。那发生了94条以后的这些状况，那这个状况你就必须要有交代啊。所以我在看起来就是说，虽然无关这一条了，但是秘书长你就考虑一下后面。我在质询的时候有讲，我再重复一次，刚刚你在跟同仁讲话哦，权利跟义务应该是对等的。既然他在这个短时间的国民法官的工作跟责任是跟法官相同，那当然你发生一样的状况的时候，就应该要跟法官相同嘛。你被贿赂了。去影响你的判决，你这个跑了已经不得了啊！哦，所以当那个被告付出一切代价要来影响这个判决结果的时候，那这个国民法官如果把持不住，那个不只是对个案不公平啊，对你整套也会有很大的，这整套这个国民参审的制度也有很大的破坏。所以就麻烦你，就是第八条这样我没有意见。但是94条之后的那些法则，我还是希望说你们应该要从众啊。那这个你们就会考虑到说从众的没人要来啊。但是如果没有要来啊，我跟你报告一下，那这一套根本没有用。如果因为判这些重刑犯的国民参审会因为各种条件而影响到他参与的意愿的话，那台湾真的是国民参审推动不下去，好吧？这一点你们在后面再考虑一下，权利跟义务是对等的啊。那94条之后，我还是建议是比照法官职业法官怎么罚，这些国民法官就怎么罚，好不好？好，谢谢郑委员，来李委员。不好意思，那我刚问的问题，司法院还没有回应哎。是不是那个李委员跟我来这边做一个处理哈？那刚刚李委员是希望说，这个司法院能够就整个参审法庭的进行大概做一个说明了哈，就那个程序的跑。那因为时间上可能现在也司法院也没办法，你们就看看今天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再找一个比较适当的时机，因为我们现在还是希望能够逐条来讨论。那第二就是说，第八条看似条文简单，那其实刚刚各委员的意见都很宝贵哈，它很多的面向，好，包括虽然说在本法另有规定的部分我们会讨论到了，但是就像刚刚郑委员讲的权利义务的部分、职权的部分，这边要怎么样去做差别，还是要一样，我想都有一些讨论的部分，所以这一条我们就请司法院再回去看，想想这部分要再怎么样做确认，那这条我们就保留。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九条，李委员。对，我要请问一下，就是说，那到底这一条的部分呢？在司法院考量的时候呢，我可不可以提出来一个跟郑委员其实比较不一样的那个想法哈？那我觉得民间现在很大的顾虑就是说，到底国民参审啊，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啦？还是说你只是把他抓来当成一个背书的，将来对职业法官他做出来的决定讲说，哎，这个是国民决定的哈，这其实不是我，然后我也没有怎么样子。那如果郑委员刚提出来的部分呢，会变成国民的责任很大。第一个，如果他真的是做出决定，
他的责任很大，那当然我不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在整，为什么我刚刚会讲说你必须要把整个流程讲清楚，我们才有办法对照那个条文的原因在这里。如果今天国民只是来背书，然后他帮你背了书，担负了所有的责任之外，然后你还要把这个刑事上面的不管是贪污啊等等的那个东西全部都加责在他身上，我觉得对国民来讲其实不太公平了。不太公平。所以那个你在考虑到说你九十四条之后要不要对老百姓做这样的一个苛责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应该要回归到你今天是真的让他决定吗？是真的让他做出来的判断是真的他的判断吗？如果不是，只是要他背书，然后你要他背书又要人家帮你背责任，我觉得这就有点过头了。好，谢谢。好，郑委员。这我顺便说明一下哦，就整套我们这个草案，如果说国民法官只是来背书的，那我相信这个撸瓜鸡爪头的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就要设计让他有责任嘛。那这个责任还是多数决，这还是多数决的，所以会变成说影响关键几个人，说不定就有很重大的影响了。如果今天真的整部这样看完，大家觉得说这国民法官根本就是来这边背书的，还是职业法官去决定的话，那讲真的这一套是完全没有意义啊。这是过度没有错，但是我们就是要设计到说他有责任，那也在这一段期间里面让他习惯于负担这个责任之后，台湾的司法往这个方向去改革，是往这个方向去改革。那甚至是那个像那个邱显智那个委员，他们还希望说，这是蔡英文我知道，所以我不会讲错，我不会讲错，才会走，说不定他们还要往后走到那个陪审制了哈。所以我在讲说，应该不会有吴委员说你讲的那个赵伟你讲的这个说，他是一个背书性质的。我在执行的时候甚至有问到，如果以死刑的判决，你到最后你的执行，法务部这边留到法务部来执行的时候，法务部让我垫要坑了规则名义，那以后万一有些团体说我不帮你背书这个国民参审的话怎么办？我也问到这个问题啊，好不好？就是我是觉得要往负责的那一边去走啊。好，林委员。没有，我觉得大概不会有人会直接很坦白的在那个法条上面讲说国民法官是进来背书的啦，但这个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只是说你在制度设计的时候要不要让它形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国民法官他是在背书啊，不会有人明白上面讲说你是来背书的，那也不会有人做。那为什么在讲到就是说民间为什么提到什么并行啊等等，我觉得他提出来的时候姑且不论你赞成还是不赞成，可他提出来的时候的确是他有他的讲论述的一个重点啊。他的论述的重点就是说，如果很多的东西是你控制的，那你出来的结果呢就会是你控制想要的结果吗？那你在这个地方呢，原来第八条的在官审里面讲得很清楚，是说国民法这个官审员呢他是全程参与的，可是你现在不是哦，你现在第八条把它整个改掉了，你把它改掉说这个国民法官的职权呢，你把了一个例外，你在这一部法里面我看到最多的呢就是你有个原则然后再去挖一个洞，那现在就取决的说你这个原则做了之后呢，你那个洞要挖大还是挖小？那我们看到你这个第八条的部分，你说除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况之下，你的洞其实是蛮大的啊。你就是说，国民法官审的是这么大的，可是你现在把它那个 cut out 掉，把它那个例外的东西挖了一个很大的洞出来。然后你现在刚才司法院又提到的，就是说，哎，你的这个证据能力啊，然后必要性，比如说它有个证据是很重要的。比如说这个证据很重要，比如说那个枪支可能是其实是到哪里去了，对不对？然后他觉得说那个假设辩护人会讲说你应该去看哪个仓库里面或者我们如果看那个美国的英文小说里面那个 Klein 里面呢，他是把那个尸体埋在辩护人家的那个车库里面，对不对？那你如果职业法官就讲说我觉得这个证据没有，比如说辩护人提出来说你应该去挖那个某一个地方的那个土地，你挖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枪支是在里面。结果你现在法官呢，你职业法官说，我认为这个没有调查的必要。
然后呢你就不去调查，然后真正的行凶的凶器呢你就找不出来，然后出来这个结果就会跟事实的结果是差异性很大。所以当你提到第八条的部分，你讲说除本法定有规定，你把这个东西拿掉之后，你又补充说明说，哎，我讲这个东西，比如说证据能力的部分，需不需要调查的部分，都是我职业法官决定。那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是会造成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还有这个小说里面写的情节的这个情况，就会变成说，那你没有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其实你应该调查，结果你不调查，然后出来的结果呢，是刚好这个是其实被告可能是无罪的，对不对？然后因为这样的情况，没有任何的证据呢是真正应该形成有罪无罪判决的证据呢，其实它已经被掩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等同于你其实是让国民法官他去背这个最后的一个责任。那我讲说让国民法官背书呢，我们的顾虑就是在这里了。好，所以特别拜托这个司法院呢能够参考一下。好，来请柯建铭委员。对，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我想今天我们进入程序已经在讨论了哈，已经进入第八条。那我们在正进入第八条的时候，我们突然又讲到所谓中间讨论。那中文讨论是第二条定义，以及六条第二项，六九条第三项，这整个一百多条里面，中文讨论就在这个地方啊。那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现在谈就是一条一条来。这里贵人讲说，它整个这 picture 是什么样，就是往下讨论的嘛。那我们只要那天有公听会，我想我们把问题讲清楚，司法改革要不要做？好，要做。那要做过去官审制已经走进历史风化炉了，那现在陪审和国民参审，这两个是不同的制度。而这两个不同制度的时候，你要弄外双内双，事实上都不大可能。你不可能国家有一个外双轨两个制度，那内双就是走进去以后再分叉。我想这个东西差不多爱用宝贝了，没有人可以啊，当事人律师没有人敢决定说我到底要内双的时候要走哪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聚焦在说，我们今天讨论就是纯粹就是国民参审这个呈现制度，包括你事实证据的认定等等啊。那这个讨论完毕以后，我们再讨论到陪审，那我们就从完全陪审制度去看待，那最后再做一个选择，这个政策选择哦。我想包括昨天蒋安委员也表示，他们对当然是不可能选择陪审嘛。那这样看得出来，国民党也是也要走这个国民参审。那国民参审这里面几个争点，大家都很清楚，就是第五条嘛。啊，现在我们差不多有几个争点，就是第五条啊。那第五条有关于当然范围问题，还有这个我有提出修正案。另外有证据开示的问题嘛。那这个开示的问题在第一条大家都很清楚嘛，那53、54、55那几条证据开示到3阶、1阶或1.5阶、2阶都可以讨论，这是这里面的争点。另外一个争点就是开庭的时候证据调查辩论了，那开庭的时候证据调查是每次再辩论一次，还是最后再辩论？我想这必提醒啊，这个招委也有提出他的看法啊。那最后一个就是，当然就是这个评议有罪判决，有罪的评议是2/3。事实上，整个国民参审走要走这条路，国民参审这条路，我们就好好的讨论。这时候所有的过程条文里面都会显现出来，包括一个人想要的图像，这都后面都会出来嘛。所以应该进入这个程序。那国民参审现在被挑战的，可能我刚才所讲的四点而已啊，四点大家可以讨论，不行就保留吧。那我们今天不要再把这个整个再来谈一次，那讲陪审也要去行调各陪审找个情况来。那这两个制度之后，最后朝野要做个选择，总是要做司法改革要做个选择。那我们今天也没有不可能再走回官审制了。就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说，在轨道上面，大家聚焦来讨论，一直走下去，啊，那真的有国民参审里面，你觉得有问题的部分保留没有关系，但不要谈论国民参审，你要把陪审拉进来，然后要内双轨、外双轨，再这样，我想永远弄不完的。我相信啊，不管
内外双轨事实上都很困难的、啊。那我知道司改会他们有不同意见和看法，他们是绝对陪审，没有陪审。那后来大家有一讨论，在上一届当中，大家有去一起在讨论，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内双轨，事实上讨论的结果都没有办法，因为很久里没有办法解决嘛。你是有罪判决的时候是一次，对，无罪的时候要一次嘛。啊，有罪的时候当然也要一致，都判决到一致性呐、啊。那判决的时候，当法官就保留他的权利。啊，动掉哎，可是判决的时候怎么办？我相信啊，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啊。过去跟审核会敢讨论很久，也是卡到这个问题嘛。所以这个制度选择应该到一个大家很诚恳的面对的时候，那我们就叫条文内容去走下去，是不是？本条文就是本条应该是没有什么意见嘛，啊，第八条。本条大概从、啊、有一件要保留，我想不要每一条。对，刚刚我也是。每一条要谈每一条的时候，跳前面又跳后面，然后要调到陪审又三成，这不好了。好，李委员，那个我厘清一下哈，我不是要把那个官审制带进来，不是啊、我不是要把官审制带进来。我官审制呢，在第九届的时候就被封杀了，因为政党轮替的第九届哈，他就被封杀了，因为那个政党轮替的关系。所以我今天只是为什么去讲官审的原因是说，那个经验过往的讨论的内容呢，只要是对于实际上面形成的制度有帮助的，当初也讨论过的，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应该把它纳入考量，就是说当初为什么会这样子，他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你今天为什么不要，那你其实是会把它带进来说，哦，为什么当初你是这样规定的，然后你今天是这样，他一定有他的道理。那他的道理呢，谁最清楚？我想司法院最清楚，所以我们才会把那个东西带进来讲说，哎，那为什么你当初是这样规定，原来你讲说是全程的，然后今天你又说他不是，哦，那你一定有他的理由。所以我提问题的原因是在这里，我并不是说我们在讨论参审的部分呢，我要把，因为我从目前除了第八条，在第八条之前呢、啊，内容其实都一样了，内容都一样了，第八条其实都一样，只是名词变不一样而已。第八条之前啊、所以我并没有把它纳入。那至于陪审的部分呢，其实我同意刚才那个柯永昭前面讲到，就是说你要采取哪一个制度，这是你正确的政策的决定，这个我没有意见。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在上次我们在讲第二条的时候呢，原本就是有并案的那个条文，那后来秘书长也说，哦，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只有讨论参审，所以我们也尊重，我们也尊重。所以在这个发言的内容里面呢，并没有把并案的情形拿进来，也没有把官审的概念拿进来，因为到底你要官审、参审、陪审，就像总召你提到，它其实就是一个政策的决定啊，它就是政。所以我们现在只是单纯从条文上面来讲，你既然要国民参与，为什么你又不让国民做原来的全部的决定？然后你要把有一些的东西把它排除掉。那你当然司法院举例的部分呢，他是讲说，哦，因为证据的东西你不懂啦，所以呢我职业法官我才懂，然后我来决定。但这个就像回到刚才我前面提到的，你连证据调查的必要都是你职业法官决定的，连一个有罪的证据，辩护人也好，被告要求的东西，你可以职业法官否决掉之后，那出来的个结果，你没有对你有利的证据，那当然你就不可能有一个对你有利的判决。所以我才讲说，你今天要国民参与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从你的条文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总之还在讲吗？我们今天谈到这里，也就说为什么不官审，也不用再讲了，主要那是政策选择的选择问题嘛。重点是证据的调查嘛，啊，事实认定嘛。那美国是有严谨的非常好刑事证据法则啊，包括徐一秀大法官也现在要提出刑事证据法，还有民事证据法，很多我们现在所有的，包括现在在司法院到行政院会审还没出来。好，鉴定人的部分都是证据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程序走下去，知道哪一条有什么问题，我们就针对哪一条再谈。那你用陪审的话，坦白讲的话，没有判决书，也不能上诉，还有证据调查，完全是没有，是那几
那就由素人要决定，我们在那一套的时候再讨论。我们纯粹在这个参审上面聚焦来讨论。那我们对于不必再讲说为什么不把官审制的精神拉进来，或者不用官审制，我们还是回到轨道上继续讲下去，好不好？那就祝这一期要差不多为止了。那个69条的部分的，我们会在69条第一项再讨论吧，立委员。我有个小小建议，司法院看可不可行了哈。如果你这个第八条真的一定要，因为平安讲我们也表决不过你嘛哈，就说你如果真的要摆进去，说除本法另有规定的话，你可不可以讲说除本法第几条第几条啦？它会不会更明确一点？哦，就是说你如果第八说明栏写没有关系，说明栏再写没有关系。OK。说明栏有写，现在说明栏大家有意，没关系。第八条我们还是说明栏里面他讲的是例如啦，第八条我们保留嘛哈，那就是我们陆续逐条的时候，其实就会讨论到这个部分很明确。就把小英通过说明栏改写就好了吧？啊，应该让他通过，然后照说明栏去写清楚就可以了。那改说明栏就可以。那大家对那个柯委员的建议有没有意见？就是第八条我们就通过，照两院会审版通过。那说明栏要写清楚一点，再去写说明栏嘛。好，第八条我们就照两院。等一下，那个，所以第八条的部分呢、啊，我刚才本席的建议是写清楚啦。啊，本席的建议，因为你第八条的部分，你刚刚讲说明栏有写，说明栏没有啦，因为说明栏它是举例嘛，举例只是说这个证据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那你如果把它写清楚的话，就会变成说，比如说假设你写的三条，你就说除了这三条之外，国民法官的权利呢都跟职业法官一样。但是你现在不是，你现在是讲说，只要你有规定的情况之下，它就不一样。所以你的地方呢，你第一个呢，我们都知道那个法条写在法条本文。那个李委员是不是这样？最后大家都不要最后一次了，就保留就好，然后要留在处理啊，不是，每次都最后一次，这样讲了一个钟头还是最后一次，好不好？就保留，好吧？就司法院这两个那个去做努力，第一个在立法理由再说明，第二你们今天列举本法另有规定是哪些规定，把它列举出来，这样就清楚了。好，那第八条保留，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九条，请宣读。委员周春米等19人提案第九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九条相同，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来，吴玉琴委员、刘世芳委员、李桂明委员，想请问一下司法院这边哈，就是因为第三项的部分哈，国民法官不得泄露评议秘密跟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这个不能泄露，是永久不能泄露，还是像第85条规定的是在相关的这个终局评议的时候是在。该案判决确定前、裁判前，所以是不是厘清一下？因为这个是个通则啊，所以他到底在什么？他是要终身保密，还是说在判决前，要保密？这个是不是就能厘清一下？好，案件确定前，这个在85条有这样写，对，今天就没有这样写，是。所以要不要再加上一个判决前，好，或是裁判确定前？还是你说明栏先啊？所有的不能先都是如此的。哎，不是啊。那现在终止多久？那知道他的时间点是泄密，就保密泄密的这个。那我这样去看，今天就已经。好，来刘委员。我想要询问的部分就是说，这边有写不受任何干涉哈，或者有知悉什么秘密的话呢，就可能要达到原来我们有定的35条里面哦，不听从审判长的指挥，也叫做不受任何干涉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国民法官啊，他在不管是从诉讼程序，或者是讨论，或者是终局评议的这个进行当中，可能他的意见跟审判长都不太一样，哈。那这样子，审判长会不会说，就是觉得说他是妨碍整个审判的过程当中哦，就变成不听从审判长的指挥，然后就用第九条的方式达到解任哈？那这个部分要怎么样取舍？因为我们原来有提到，国民法官可能就是从社会上不同的面向，跟职业法官他们所那个看的观点不太一样。那如果他观点跟他不一都一样的话，那其实真的就是背书哈。
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国民法官有违反这个第九条里面的所说的这个部分，妨碍这个司法公正或者泄密或者是干涉的部分的话，那除了他是属于刑法需要就责以外，他的解任是由谁来处理？是来处理的解任过程当中跟他的审判长有没有绝对的关系，还是是独立的解任？来，好，来，那请李委员，然后邱委员，然后政委要讲吗？好、啊，好，那政委员，然后待会司法院再综合说明。好，李委员，那个我的问题其实是那个因为你现在第三项的地方讲说不可以泄露评议秘密，跟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了哈。那我的问题呢，其实是你的评议秘密真的就是限于85条的那个？那个就是说，还是说跟85条又不一样。那如果跟85条的部分是一样的话，其实为什么不明写了哈？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的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你是说哪一个职务？是那个案件本身而已吗？还是说他只要是具备国民法官的身份，他所有知道的东西他都不可以泄密？那里面当然也牵涉到，尤其我们讲说很多性侵案件，它还有包括个资啊等等的这些，是不是都纳入在你这边讲的其他职务上面知悉的这个秘密了哈？那到底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司法院对于这个东西有做规定还是没有做规定？因为在你以前的版本呢、啊，在你在第八届的版本里面呢，你上面讲说这个保密事项的范围啊、期间呢、啊，是由司法院定之，可是。在这个地方呢，在这次的参审里面，你把这一项的一个规定你把它删掉了，你把它删掉，删掉的意思呢就会出来了。本来你没有删掉的时候，大家会知道说哦，保密多久，就像刚刚吴委员问的保密多久呢，你就很明确。但是你把这一项删掉之后呢，我们从条文对照彼此看来看去的时候，我们的想法未必是司法院的一个想法，可能每一个人在读这个条文的时候，每个人的认知也都不一样，所以到底它的范围、它的期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是我的问题。OK， 好，来邱委员，好，也是一样同样的问题了哈。这个国民法官不得泄露评议秘密及其他职务上知悉之秘密哦，这个无边无际。那将来这个到底说他到底是那个？范围期间到底是怎么样的规定，那应该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才能够让这些国民法官有一个这个可预测性嘛。否则的话，那而且这个如果说又有这个罚则的话，那恐怕更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不知道说到底是把之前的保密事项范围期间由司法院定制这个删掉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好，来郑委员，这个第九条第一项，我的建议是不受任何干涉这句话，除非是后面对于这干涉这两个字有定义啊，然后有处分，不然的话我是觉得可以不用写、啊、因为他在审判过程中所参与的其实都很清楚写在其他条文里面，那这干涉的定义就会跟刚才刘思帆委员所问的一样，那什么东西什么事情叫干涉啊？譬如说，我举个例，上个礼拜，司法院院长，那个跟吕太郎前秘书长，对于那个叫工程会，有一个案件去跟他请教，那后来变新闻之后，那可能就是干涉了。比如说，院长跟秘书长去请教的是说他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当事人现在对媒体讲，就是他们要干涉我送请释宪的这样的一个程序嘛，跟动作，所以你写的不受任何干涉，在我看起来，其他的都是干涉啊，难免嘛。职业法官跟在一些国民法官在讲的时候，有一些谈论，如果国民法官认为说你这是干涉我的话，那又如何？所以你写的这一项哦，看起来是一个原则性的那个道德规范，但是事实上你没有任何的效果，所以我会建议说，是不是直接写国民法官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直接连到那个第二项，应依法公平诚实执行业务，不得有害司法公正信誉之行为，这样就好了。
好，来，请司法院综合说明答复。先跟那个刘世芳刘委员报告哈，那个做35条解任裁定的主体是法院，也就是合议庭三个执行法官，这个是在35条的条文的第二行。那么另外关于说刘委员关心的说，是不是不听从审判长的指挥马上会被解任，这不至于的啦，因为那个不听从审判长的指挥还要导致说妨碍审判期日的诉讼程序中间讨论后终局评议之顺畅进行，主任其继续执行职务已不适当，那么这样的判断呢、应该是很这个很严谨，也就是说这个情况是重大才会做这种解任的裁定、那么关于郑运鹏委员刚刚提到的关于第九条第一项啊，这个是我们等于是从宪法80条啊就抄过来的哈，那个宪法80条规定啊，法官需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那么这个条文呢、已经有非常多的教科书和我们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了哈。所谓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它的意义应该是明确的啊。那么再来就是李桂明委员跟这个邱显智委员呢、提到就是第三项，国民法官不得泄露评议秘密及其他职务上知悉之秘密了哈。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说明栏的第三项有说明了哈。那关于其他职务上知悉之秘密啊，我们例如啊涉及个人隐私的事情啊，或是说依法应秘密之事项，那么依法应秘密之事项啊，这个这个会散在各个法律中了哈。那我们就没有在本文里面呢一一列举，那样子会太冗长。那么关于其他的就是秘密的范围跟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啊，我们请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邱典文邱法官来做一点补充？好，邱法官，就是司法院今天代表主要就是秘书长跟彭庭长跟邱法官，那就是你们三位看谁能够就这个委员的提问充分说明，你们就自己举手。来，邱法官请说明。主席还有各位委员，那关于这一个第三项所规定的评议秘密部分，就是85条规定的一个内容。那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呢，就是刚刚所报告的，就是涉及个人隐私事项或依法应秘密的事项。那如果要举这个特定的法规，譬如说个人资料保护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些事项，那是应该要依法守密，那违反会有相关的一个法则。那评议秘密，如果请各位委员看一下第85条的规定，有具体的将这个评议秘密的内容说明出来。那这边就是讲说关于这个意见的分布，国民法官跟法官终局评议时所讲的这个个别的意见陈述、意见的分布还有评议的经过，这个是很特定的一个内容。那相关的说明栏也有做举例，那譬如说哪一位法官发表什么意见，那他投什么样的一个票，那几位国民法官，几位法官主张无罪，几位主张有罪等等。那评议的经过有可能也会提到有关于个别法官或国民法官发言过程中所提到的有关个人隐私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个人隐私就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的部分规范，那评议的秘密评议秘密的部分就是依照85条规范。那所以在这边其实是把它很明确的规范出来。那
相关的这个解释，再请参考这个说明栏。以上报告。好，所以这个评议秘密就是确定是在85条。是的。然后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就是类似各自的，就是类似各自的部分，是不是？是是，还有譬如说营业秘密法等等，那另外还有国家机密保护法等等，这些散见在各个法规里面都有一些譬如说个案有审到的相关证据资料会有关于国家机密等等。那不遵守85条的处罚是在第几条？98吗？是在97条的第一款有做这个罚则的规定。好，谢谢。来，李桂敏林委员。就是很抱歉，那个邱法官，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的问题跟邱委员的问题，我们两个问题都没有回答的是说，原来的规定啊，原来第九条的，原来在那个官审里面，你的条文其实是一样，但是你的你把你的解释的用语呢？那个回归到原来旧的条文，原来旧的条文里面呢是讲说执行业务所知道的秘密呢，他就讲说涉及个人隐私的事项或其他依法应秘密的事项，对不对？可是你当初会把这个版本呢改成你现在参审的用语，你会把它拿掉，我猜你一定有你的理由嘛，对不对？你一定有你的理由。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看起来你的用语上面来讲，你是把这个国民法官他的责任加大了哦，你是把他的，因为他的范围一旦大的一个情况之下，他要负的责任就大嘛。那你今天要国民法官负责，国民法官我们讲说他不见得是学法律的，他可能是没学法律的，所以他懂不懂什么各资的规定他可能不懂啊，他懂不懂营业秘密法规定？那你在教这，你在导引这些国民法官的时候，你也不可能把整部的营业秘密的规定都去教他，也不可能把各自的规定都教他，或者是你讲说国家机密条保护法的规定你去教这些国民法官嘛？那你今天要国民法官负责，然后你又不告诉他，他确定他到底什么事情是要负责的，只是笼统的讲说哎呀，只要是这些的东西呢，你通通不可以泄露。这样来看的时候，会不会对一般的老百姓其实不太公平了？就看起来你的规定要人家背书，要人家担负责任。刚刚政委员提到的说，那个应该跟职业法官一样重。然后你这个地方呢，又说，他如果泄密的一个情况之下呢，然后按照97条的规定呢，你又要处罚他。那你要处罚他没有关系了，但是你最起码让人家知道说，到底他不可以做什么事情，但你没有。然后你在第八条的部分呢，刚才总召提到的时候，我说那个只是举例而已，举例表示什么？表示说不是以那个例子为限嘛，对不对？那你现在第九条的部分呢，你又用了一个举例的方式，你把你原来的版本的部分呢全部把它从条文挪到你的立法理由去，然后你又用举例的方式，如果说连司法院都讲不出来确定的一个法条，然后现在我们期待我们的国民法官不学法律的人，他会知道说他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我觉得这个会不会太苛刻了啊？好，郑委员，然后接下来邱委员。要不要让李委员这个问题先说，还是我先讲我的？你们先讲好了。这个、刚才秘书长讲说，那个第九条这个干涉是从宪法第80条、哦，这个就刚才那个李昭伟所讲的，我们这种不是学法律的就不晓得。可是如果你去看本质上面来看的话，也难怪有些人会认为陪审制跟参审制根本就违宪了，根本就违宪了。因为你如果你去看宪法第81条，法官是终身职啊。这边的国民法官没有一个是终身制，所以这种宪法已经有定的这些内容，我的意见是这样了，我也没有反对这个参审制，可是你把它这边在原文抄过来，这个干涉大家就很有的定义了。因为这一套在试行的时候，不要有任何外界的误解，是譬如说我刚讲的，对，譬如说有那个收受不当利益的事情，或者说李委员讲的说，我都觉得是来背书，不要有这种状况最好。那这国民法官是不是受到干涉？这干涉大家就每个人见解就不一样了、啊，每个人见解是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不用写的就不要写。哦，所以这个我会觉得这个他们在审理的过程里面一定是干涉行为啊。
对啊，我会认为是这样，所以边下面给他的卖下了，不然你会引起说真的去参照的时候都一定处处有矛盾在、啊。哎、欸，主席，我可不可以补充那个刚刚郑运鹏说过？对，我其实会觉得第九条可不可以不要哈，就放在第八条就好了，因为如果照这样审下去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像自己就在审判国民法官，好，又要当圣人，然后又要接地气，又要能够保密啊，否则的话就一律解职，或是全部都移送到法院去，什么贪污啊、治罪啊，就全部都来了，那其实这样不好。所以我会觉得说哈，那么严格的这个管控之下，刚刚吴益勤委员跟我的想法一样，到时候没有人愿意来参加国民法官了哈，这个是很大的麻烦哈，在这取舍之间确实很难，但是我们又要支持司法改革哈，所以我看了很多法则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就是说，除了送到很重的罪，譬如说贿赂啦哈，或是泄密啦以外，然后就全部就解任，有没有在？全部解任跟聘任中间有一个，譬如说我们这个有人不小心的部分的话，可能叫做非故意哈，会不会只是一个警告？那刚刚那个秘书长在回答说，我有关于审判长对于说在这个辩论的程序或是审判的程序当中啊，会不会有泄密啊等等？那他如果是无心的，因为国民法官他们的法律上面的素养跟职业法官确实还是有一段差距了哦。那可不可以就是说他还是不必要达到解任？看起来就是不是聘任就是解任，好、哦。那如果用其他的刑事案件的话是另外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会真的是太严格了。我本来是想要提议说第九条是不是就并第八条就好了，不要写的那么的详细。你越详细，我们就问的越细，问到越细，后来真的是没有人愿意来担任国民法官。这是我的很简单的看法。现在有两种说法，一个是不要定，一个是要定的非常详细。哈、啊，邱委员。这个应该殊途同归啦，他说不要定是说定第二项啊，就是说你国民法官不得泄露评议秘密及其职务上之系秘密嘛，不要定嘛。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定了，然后你这个第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删除第三，本来有一个第四项。好、哦，那第四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期间啦、啊、期间难道这个事情是一辈子都不能讲，等到那个人往生才好带到坟墓里面去吗？还是说要怎么做？因为这个毕竟这是一个你所谓的其他职务上知悉之秘密，也有分层级嘛，也有轻重缓急啊，不是说所有的事情真的都那么重要。那最近好像本委员会有一个公听会是犯罪被害人的，其实大家都在讨论说，犯罪被害人都还没有知道的事情，都还不知道判决结果已经传出去了。那谁传出去的？当然是法院传出去的。那当定这个时候，我一直觉得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今天有哪一位法官因为说他把他职务这个审判的这个秘密或者是他三人评议的秘密泄露出去之后有被判刑的？没有、欸、但是现在秘书长也非常清楚啊，这个法院都还没有判，尤其是瞩目案件的时候都还没有判，然后这个被告或者是这个被害人都不知道情况之下，媒体已经报道出来，而且过几天之后发现说他报道的那个内容都是真的。对啊，那你现在我们一开始进来的时候，国民法官就像刚刚各位委员讲的，那进来你就告诉他说，哎、欸，你不可以这个泄露评议的秘密跟其他职务上的知悉的秘密哦，否则的话97条判刑一年。天哪、啊、我来帮国家做事，结果搞到最后这个变成他是自己要吃官司。那另外一个，他第二题他问说啊，审判长，那所谓泄露评议其他职务上知悉的秘密是什么？哇，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规定那我什么时候不可以讲出去？不知道。那我是一辈子都不能讲吗？我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讲，什么情况不能讲？所以我觉得退到最后面，最起码应该那个保密事项的范围跟期间也应该由司法院来定嘛，这比较合理啊。那这个来的人也比较有一个这个可预测性说，哦，那到底什么样的期间什么样的范围，那我可以说什么。那坦白讲，我
其实我接触了很多的这个台美人，然后我都会问他们说，那有没有去参与过这个陪审制的审判？很多台美人其实有相应的经验。那很多人，包括有台美人去参加过辛普森案的，都很想讲，他很想要告诉他说，这是一个他的人生里面非常特殊的、奇妙的旅程嘛。那这同时也是一个在告诉公众说，好、哦，这个司法的公平，或者是司法的可信赖度的一个宣传，所以不会说真的，你从第一天踏进台北地院当国民法官，好，然后参与这个奇妙的旅程，那你帮国家做了一个事情之后，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讲，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合常情啊。那对于我国的司法，要广受，就是说透过这个人民参与审判，能够广受这个大众的信赖的来讲，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对的做法。好、哦，那应该是，就是到底什么范围，保密的范围是什么？那能够尽可能把它这个规定出来，然后这一个期间到底是什么，尽可能把它规定出来。那应该这样是，我觉得是比较合理。好，那司法院是不是厘清一下第八条第三项？第九条，第九条第三项是它的范围跟时间，是不是就是八十五条的这个部分？该案裁判确定前，然后他要不能够泄露的秘密是个别意见陈述、意见分布还有评议的经过，是不是？那个邱法官。来，秘书长还是邱法官说？是的，嗯，就是时间就是在该案裁判确定前，范围就是个别意见的陈述，就终局评议时所谓的个别意见陈述，还有意见分布情形跟评议的经过，是不是就放落在这边？是的，是不是？好，李委员，哼。那谢谢哈，因为总算回答。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他不能够写进去法条吗？如果可以写进去法条，为什么不直接写进去法条？一样，你就是仿你的那个八十五条讲说，在这个裁判确定之前嘛，你的八十五条的用语，你就用你八十五条的用语啊，于该案裁判确定前，啊，直接写进去，然后你也直接在里面写了。你的就是刚才念的那个部分，这个什么个别意见陈述啊、意见分布情形啊、评议的经过啊，还有个别意见的陈述，直接写进去法条里面嘛，写进去法条里面，然后那个参与的国民法官他其实也就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可以说，什么东西不可以说了。那否则的话，你又把这个保密的范围，那我觉得你如果不写的话，好，如果你拒绝把它纳入条文规定的话，最起码你原来条文里面有的这个保密事项的范围期间由司法院定之，你还是要有嘛，你有一个通案的一个规则在那边嘛，你才不会说因人设事，这个人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你用个标准，那个人到别的案子里面你又用一个标准。那如果将来国民法官他参与之后呢，可能不管是谁对他的意见不满意，然后就说，哎，他在过程当中这个有泄密的情形，那将来的确就是说，谁去做一个案子，为了国家，为了社会，然后搞了半天，他不但自己还要担负罪责，花时间等等，这其实对国民法官来讲也不公平了。司法院是不是考量一下？那个这条保留了哈，因为我看大家就有人对第一项的规定不受任何干涉这个部分，其实确实会让大家不是那么明确的抓住那个标准跟分寸。第九条我们保留，那现在休息十分钟。
大家请坐，现在继续开会。我们现在讨论第十条，请宣读。委员周春米等十九人提案第十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十条相同，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第十条有没有意见？好，刘委员，请问一下，那个为什么叫法院认为有必要时？其实法院本来就是得选任一人至四人啊，是不是这样子？有必要时，那表示说我到时候再说，是不是应该本来就是要先选好备位法官？那没有就没有啊，有就有，这样会不会？因为你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变成是说在案件审理当中你才认为有必要，那个时候再来选任的话，已经进入了这个审判的程序，会不会比较慢？所以我想请教一下，程序上有没有认为第一句话一定要放进去？好，来请秘书长说明。那有没有必要，基本上还是看个案的哈。不过留着应该留着这几个字应该无妨啊。我们预测啊，是应该是绝大部分的案件都需要备位国民法官。不是都要选吗？不是都要选任备位的吗？如果要的话，我是说法院得选任一人至四人，不用写法院认为有必要时。你是第一句话是写这样子。你不晓得秘书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嘿。所以同意吧，就是把它变成法院得选任一人至四人，是不是这样就好了？可以啊，也可以把这几个字删掉哈。有任有必要时也可以删掉。但如果是得的话，好像可得或不得都可以。这边是应嘛，还是要应？那个得的意思，应是一到四人由他们来决定。他可以决定。对。那个跟主席报告哈，那个德是在讲人数，讲人数可以选一个，也可以选四个。四个嗯、好，来林委员。其实我刚刚那个举手的原因呢，就是想知道一下司法院在过往的那个四刑的案件里面，是不是每一个案子其实都已经都有备位的，有没有例外的情况发生？是不是每一个都你的，也就是说回到这第十条的规定，是不是讲你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备位的？以前叫观审员嘛，对不对？修正通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如果有的话，那其实就是回到用你实际上面的统计数字上面就知道了嘛，是有还是没有？因为你刚刚讲说那个德哈是人数，那个念起来有点怪了哈。那个其实本席刚刚也是决定，就是说在问之前，我就觉得说，如果你的每一个案子都有，那你就是你应该要选定，比如说一到四个人，对不对？那至于你应该选定一到四个人，你选定一个也是 OK 的，你选定四个也是 OK 的。那个你的因里面本来就已经含了你对于人数上面的一个裁责，你倒不需要用得啦，你知道？所以就是说，在你以往的案件，因为你又不是还没试行过，对不对？在你试行的案件，观审员的部分是不是你都是有选？来，司法院就是模拟啦，对不对？模拟法庭的时候，模拟是那个备位国民法官哈，我们模拟的时候，大部分的场次都选两个啦，啊，因为那个是模拟的嘛，那个就是一般来讲不会有需要到四个的状况。是了，那个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是讲说，是不是你一定会有备位的产生嘛？因为你刚才的回答，是讲说你在参酌实际上面的情，在你的这个你的立法理由上面也讲了，你说比如说什么疾病啊、重大事故不能到庭啦、啊，什么东西的，或者是这个他经过法院解任呐、啊，或者是准予辞任呐、啊、等等这些情形，所以你认为是有必要，就是说你认为。就是说，如果说是备位的国民法官，他就是在那边备位而已嘛，那其实就会变成说，你其实就是应该是说，法院应选任一到四人为备位国民法官嘛。那裁量权还是在法院呢、啊，因为法院到底是要一个人，还是你选国民法官是一个义务，但是你要选几人到几人，那是你法院的决定啊，不是这样子吗？
那个就是文字修正啦，因为有必要时应该都有必要吧，这个是原则，而且应该没有例外吧，不然你会变成那个审判，不要说无效啦，就没有效率。那至于说德，前面是因还是德？这个主席可以让我说明一下。好，来，秘书长，请说明。因为这个要看个案的状况了。我们在模拟的时候，大部分案件都是两天，所以我们大概会准备两个。但是实际发生的时候哈，我们实际的案件啊，我们根据日本的统计啊，他们平均大概是8.2天嘛。那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是比较有必要，但是也不一定啊。有的案件你可以如果一看呢、啊，它就是一天就可审完。秘书长，你的意思是说有些案件就不会选备位法官，是不是？是，有些案件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他认罪，所以你认为还是要有一个空间。是，就有些案件未必要选备位法官。对对。但这个部分你们要再做说明啊，不然大家的理解好像都要选。好，李委员，然后邱委员。因为如果说你是真的看案件，有些案件不需要的话，然后又参酌刚刚刘委员的意见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条应该很简单解决，你就是法院德嘛，德本来就是在你的裁量权范围之内的嘛，你可以选也可以不选，所以你就不用用因。但是如果你是所有的案件里面都会要有备位的话，那你就是因，只是说你人数是1到4人而已嘛。我觉得这应该很快就可以做决定才对啊。来，邱委员。这个，他认为说法院认为有必要时，他加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果认为没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不要选任。对对，他意思是这样嘛。然后，那如果把这个删除，就会变成是说法院得选任一人至四人为备位国民法官。但是还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怎么会有一个状况是不用选备位的？那你不用选备位，如果将来发生了这个解任啊国民法官的这个状况，或者是说什么因为疾病重大事故而不能到庭的这个状况的时候，那不是就出问题了吗？我还是不太懂。这个秘书长，你这个条文哈，因为我的法条跟你们一样，这条会让人家认为说选任一人到四人是特殊状况，不是原则。就必要的时候，那你的必要到底是大比较多，还是说有必要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少数的时候才有选任的问题。这个条文的文字的设计，当然通常我们这是因为法律嘛，不要常来变动，因为修法也不简单，所以你们把相关的情况都放进去，有一个 SOP 的空间，只是说这个条文看起来好像必要的时候才可以选任，那但是正常上应该是要选任是常态啊。那这文字你们再想想看，我们晚一点再回过头来确认相关的文字。大家在这条立法意旨，大家都没有太大的歧义了哈，只是文字上怎么定，你们再想想看。好，接下来我们讨论第11条，请宣读。委员周春米等19人提案第11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11条同，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对这条没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两院版通过。接下来讨论第2节节名，请宣读。第2节国民法官及备位国民法官之资格，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委员对节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两院版通过。接下来我们讨论第12条，请宣读。第12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12条相同，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来，李委员、刘委员、郑委员。那个我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嘛，哈，那现在大家都会讲说年龄啊应该往下降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这个要。这个要用23岁的理由是在哪里？
好，怎么样？那接下来来刘委员，然后郑委员、吴委员。我自己个人会觉得还是23岁啦，哈，因为23岁可能更好是选罢法里面的被选举权资格的部分，哈，因为他至少有不管我们是不是下修到18岁，有4-5年以上的时间呢，比较能够知道社会大众的意见，哈。那我要问的就是，年满23岁，在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继续居住4个月以上，但是我这一再提醒，在我们很多偏乡跟离岛地区啊。可能那边的居民呢、啊，他可能是以户籍为主嘛，哈、哦，我们很少有人去查户口，说他是不是空籍哦。所以，如果这个方式的话呢，如果在很多比较偏远地区，譬如说金门或者是连江哈、哦，这马祖这两个地区的国民法官的选任上面呢，他的那个海选的资格其实。就会受到一些限制，就是人数会非常少。好，那所以我一再提醒哦，因为有些法案有些案件在审理当中呢，会以他的管辖的那个法院为主，但是呢，偏偏我们在台湾呢，居住的部分很多人都是居住在大台北地区。然后他的户籍可能在金门跟马祖，这个问一下我们两位啊，这个区域的立委就知道哦。所以在选任的时候呢，请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要修正法条了哈、哦，因为我们司法院来跟我沟通过，请特别注意一下他们的继续居住的意思啊，是不是真正继续居住，而不是说只有户籍在那边，然后他人呢根本就是在台北，那所以他的观点可能跟当地一般人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哈。哦，这是我的希望能够特别那个处理一下有关于这个户籍哦，跟选任这个国民法官的时候呢，有一些实际上误差的时候呢，一定要纳入考虑。好，谢谢。好，郑委员。问题一样。好，来委员。是，上次在总质询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哦，这23岁是被选举的这个年龄哦，但是我觉得我们在刑法上面也针对的是18岁就要负刑事责任嘛，哈，完全的刑事责任，所以也呼应整个现在大众在希望对投票权能够降到18岁。那我在上次质询的时候也看到非常多的国家也是以18岁作为被选这个国民法官的年龄了哈，那当然23岁是法国哈。那如果我们来看我们自己法官自己被培训出来，大概也到30岁才哈担任辞职法官哈，所以你23岁到底怎么定？好，它到底意义在哪里哈？因为这里我一直认为它不该是用它成熟度，还有它上次我记得林秘书长还提回应我说，因为还在在学，其实23岁很多人都还在学哈，所以这些应该是一个权利的哈，公民权的概念然后而不是用年龄。那如果在这个年龄的选举上选择上面，我们一直参考日本跟韩国，那日本跟韩国是20岁，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逻辑上面我一直觉得很难理解啊、哦，那能不能回归到18岁，这是一个公民权？好，我们呼应对这个18岁公民投票权的个概念。好，以上，谢谢。好，来请司法院说明。先说那个李冠宇委员跟那个吴怡景委员说的这个年龄的问题了哈。那么我们认为23岁啊，主要是参考我们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那个被选举前的年龄。那么我们认为说，在这个年纪啊，认为说他可以处理公众事务。那所以我们参考的这个年龄。另外一个啊，实务上就是因为我们职业法官哈、啊，很多就是他。受训完，然后开始工作以后呢，那有相当多的法官呢、啊、被批评为说太过年轻，如果我们在国民法官的部分呢、啊，往下调到20岁或18岁啊，这恐怕会让人觉得说，实在是太年轻了，因为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个第9条，他国民法官呐、啊，他就是法官，以上，
另外刘世芳委员提到的那个户籍，还有郑文鹏委员提到的户籍的问题，可不可以让我们邱法官来回答？好，来，邱法官。是，谢谢刘委员还有郑委员的宝贵的建议。那户籍的部分，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个规定，让民部可以确定，就是说这个四个月的部分一定要有一个确实的这个时间的规定，否则这个名册从做成那一天起，它会一直处于流动的一个状况。那当然，刘委员有提到有关于说偏乡这些不容易就是去实际上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登记的地方跟他实际在生活的地方不一样的状况，那这个我们也会特别的注意，就是将来在执法的部分呢，在筛选民部的时候，那也会做这个特别的注意。那因为我们在后续接下来的二十几条那个选人程序，有所谓大水库、中水库、小水库的规定。那在每一个水库之间呢，我们会发所谓的通知，哈，让这些登到民部的国民了解。那如果他们本身没有居住在这个地方法院管辖的区域内，那他们也可以用自我申告的方式让法院知道，那这样子就可以连到法院来参加选任期日的这个义务都可以解消，就是说不用再白跑一趟啊。像这种状况，我们在后续的二十几条都有一个连续的一个规定。如果待会如果审议到那边，可能我们有机会的话再跟委员们做更详细的一个报告。以上。好，来，邱委员，然后李委员。好，就是我是认为说，刚刚秘书长讲说，这个就是说有一些法官被认为说太年轻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商榷了哈。这个部分的话，恐怕现在对于司法改革，哈，主要我们就是说社会大众或是法界也好，哈，主要并不是针对比较年轻的地方法院的法官嘛，主要还是很多出问题都是在高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上面，那很多也都是很资深的法官啊，像胡锦斌非常资深啊。哦，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是不是就是说这一个年龄的问题，哦，不应该让大家觉得说好像对这个年龄做一些这个不必要的限制。哦，那既然像秘书长说这一个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是参考日本的意见啊，那刚刚委员也有提出来，那日本的这一个年龄是20岁啊，那没有道理说我们今天参考，假设说参考日本的制度，结果在这一条的时候我们又参考了公职人员选举办员法15条的规定，那不是很奇怪吗？那而且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甚至现在的宪法130条，这个年龄的限制，这个都是勾扎进行的规定嘛。那现在其实大家不管是对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相关的规定，或是甚至宪法相关的规定，都有很多的疑义，认为说这个公民权应该下降到18岁啊。现在宪法130条，为了这一个。他规定在宪法里面还要，哦，各党团都要这个提出修宪案，然后要由院长来召集说组成一个这个修宪委员会，哦，那纵使说这个困难重重，那看起来立法院各党团也都同意就是要来处理这些公民权下修到18岁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哦，是不是应该要去商榷说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去参考过去这种，哦，对于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被选举权23岁这样的规定，哦，那有必要说在这个地方做这样的限制啊，哦，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很值得去商榷的。好，还有李委员，那个我只是追问一下而已啦，因为我刚刚没听到那个邱法官厘清哈，就是所谓的这个继续居住呢，到底是以户籍
为准，还是是说要真正的人在那边继续嘛？哈，那但是邱法官虽然没有回答，但是我看你的那个立法理由的地方，哈，你是讲说就是户籍迁入了，所以简单来讲，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不，虽然人没有在那边，但是他的户籍在那边的话，你是按照那个户籍的名册上面去做判断的，并不是真的人一定要在那边。那如果是这样，我其实并没有反对的意思，我只是要厘清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前面的说法理由说，哎，那他因为他在那边四个月，他就会比较了解，在地的风俗啊等等，其实我觉得这就不必要了啦，因为他既然人没有真正在那边，我觉得那个立法理由跟你用形式上面的一个条件，其实两个是冲突的嘛。啊，你就我可以理解，你一定要有个确定的一个文件当成你的这个依据，这个我理解。但是我觉得那个至于不相符合的东西，说他人是在那边，但事实上因为人不在那边嘛，啊，所以你讲说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比较了解在地的，我觉得大概那个可以就不必要讲了啦，嗯。好，刘委员，主席，我刚听那个司法院哈，还有几位委员的那个说法以后哦，我倒觉得很奇怪。我们定了23岁跟4个月，就表示说他是为了符合选区上面的一个选的这个资格才放哈。那这个跟我们在选这个在海选这个国民法官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限制，我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清楚哈，是比较方便而已啦哈。那我想要问一下，现在几岁可以去选可以去那个考法官？几岁可以考法官？秘书长，没有限制，我最低几岁？没有限制。你的意思，我如果是13岁，我很强，我可以去考法官？20岁就可以，对不对？几岁可以去学？那个、标准应该是法律系的学分嘛，不是因为他的年龄啊。是。他假设有这个法律系的、啊，那我法官跟律师跟检察官都一样。他只要考得过就好了，不管他现在是不是13岁。譬如说，我们有一个天才的法律的人，好、哦，那查一下嘛，看看那个考试。居然你们都不知道几岁可以考？没有限制年龄，没有限制，没有限制年龄。大概要法就是法律系或者相关的学分，查一下啦，看那个应考的规，应考的资格。可是他要服公职就定了20岁，对不对？譬如说他要到法务部或者到司法院里面当公务人员，服公职就要20岁、嗯，对不对？就是公民的资格嘛，好、哦，就是公民的资格。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选取这个年满20岁或者继续居住4个月，这个意义其实不会太大。不会太大哈，如果说假设我们今天的案件发生在金门法院，那有一个人他对金门也非常熟悉，他也愿意每天每一次都自己搭飞机来去，那他其实只要符合我们国民法官或是备位国民法官海选的资格，那为什么不让他去当？哈，那所以可能还要再讲清楚，设置这个第12条的意义是在于说，看后算了。好，比如说我们刚好一个铺嘛，我们不用把这个1000万人口或者1800万人口都当成海选的标准，他可能就是说我只要去民政系统里面刁出来说，现在金门里面大概就有4万人口，然后扣除掉军公教，大概有1万可以去选，是不是因为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设置的这个条件，所以才把23岁跟4个月放进去？好，我原来以为他的规定是不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放进去的意义其实不会太大。好，那提供给司法院参考一下。但是如果是执行上，尤其我们是第一次要处理这个国民法官的这个制度的话，我是觉得先放下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以后还是可以放宽。好，所以要看一下司法院在这个放这条条文上面最主要的准则是什么，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嘿，好，司法官大概18岁以上可以考。律师没有限制，但是要法律系毕业，还有相关的资格。但是检察官18岁就可以当检察官吗？
就他还要受训两年，所以刚好二十岁，所以都刚好要二十岁，就是他要服公职的话，大概就是要二十岁为主。其实这条就如同刚刚刘委员讲的嘛，定性嘛，就是没有，当然一定是二十岁、十八岁、二十三岁都各有理由啦。只是我们现在做一个标准，做一个限定。那户籍的设定或者你有没有居住在当地，我们用一个户籍的标准，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查他有没有事实上居住嘛，所以都用户籍这个部分来确认你算不算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居民嘛。那我的看法是说，是不是就如同刚刚刘委员的建议，其实这条大概就我们先目前现阶段我们就先做一个标准，那标准先定在这边，然后将来试行或者什么意见大家再提出来，那是不是12条我们就先照两院版来通过。好，来邱委员，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再想一下了，因为他并不是要来选举啊。那好，那你如果说你要从这个铺尔选出来的话，那定说，比如说他是在金门涉及的人，应该也就够了。那你定说居住四个月以上，继续居住四个月以上，而且是用户籍来判断，这没有意义啊。因为你要在金门选民意代表，你说跟这个地方有一个实际上的连结嘛，那也是这个规定有道理。那今天我要参与一个金门地院、南投地院的案件，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限制？那这个不是又让你的铺尔又变小了？那第二个更诡异是说，23岁这个也完全没有什么限制的道理嘛？因为你如果说像现在这样的状况，我可以理解啦，就是说也许在提出这个草案的时候，因为这个草案可能酝酿一段时间嘛，提出这个草案的时候并没有一个这样的议题被讨论说、那为什么这个18岁的公民权，或是说青年的这个参与公共事务的权限、那因为之前可能大家也觉得说啊，反正宪法这样规定，那既然大家现在都已经认为说宪法这个20岁都已经不合，都没办法接受了，怎么可能会接受一个23岁说我去参与国民参与审判，然后一定要提高到23岁？因为这个宪修宪哈，这个会变成一个很吊诡的状况哈。我现在其实能够设想说，假设这个修宪案被提出，然后经过公众的讨论，最后真的过了，然后他降到18岁的话，其实很多的议案是这个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它一定会相应的调整。那现在我们是23岁，是参考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15条嘛？将来这个条文在这一波的青年参政的浪潮里面，它又被修正，那不是只剩下这个参审条例孤单的在这边限制？好，所以这个人不孤单呐、你们的陪审团也是23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相应的调整嘛。我会理解嘛，就是说当时在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标准呐、大家做一个决定啦。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应该尊重一下司法行政单位他们之前所做的相关的调查或者一些试算，因为20岁、18岁、23岁都有道理了，这也不是要去限制他们的权利嘛，这也不是公，但是是不是广义的公民权，其实我也不太确定，是说大家就做定一个标准，那每个标准都有道理啦。所以这个将来就变成是说，本来那个公职人选举罢免法它的正当性已经被挑战了，那你去抄他的，那之后他又改了，然后你这个就放在那边，那不是很怪吗？就是现在其实应该是说，他既然都已经广泛的被挑战了，那你就是一次到位把它做好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司法院来讲，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才对啊。司法院有没有很坚持23岁？还是要回去再想一下。报告这个，我们还是啊，认为说23岁是很必要的。因为我们我刚跟各位委员报告的，那么我们很多的法官啊，曾经就是被嫌弃说，年纪太轻，说太年轻了。那个邱委员的版本也，他们的13条第一项，他们也是定年满23。这个我们可以改了啊，我们同意改。那个理由里面也说是户籍迁
户籍迁入登记之日起算四个月。秘书长，这个我们同意改，但是你说你的年轻的法官一直被嫌弃，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接受呢。我觉得被嫌弃的是高院跟最高法院比较多，真的。有啦，确实啦，司法院有创伤症候群，因为都会红脸，跟我连连法官还笑脸。那这个在讨论啊，反正陪审那个。他光笑脸，但是表现了哈，他厚嘛。地方法院的法官，说实在的，现在。在台湾社会比较被大家认为说，哦，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高等法院，哦，我就跟你讲了，你如果能够 Google 一下的话，你就知道很多高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的状况，哦，跟地方法院比起来，哦，那个状况被大家评价的看起来是更糟糕嘛？那你不可以说今天有一个意见说，哦，啊，你的年轻人法官的话，那你没有看到是说那些资深的法官，哦，被舆论抨击的这个状况啊。那而且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会说那这样的状况就会去解释成说不可以把这一条放到二十岁？因为每次秘书长在这边讲的时候都讲说这是参考日本的啊，日本跟韩国都是二十岁啊。那你现在参考这个的时候，你又把法国弄进来说法国是二十三岁，那你刚刚讲的这个我们的陪审的制度，我们也可以改啊。好，这个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不然的话，我们现在这边讨论的过程，然后都不能够动摇，都不能够修正，好，因为我们的版本就乐一个二十三岁，我今天听大家的讲法，我觉得说，欸，这没有道理。好，哦，尤其是这样的，连宪法130条都要从20岁改到18岁了，没有道理说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那他不能够来参与这一个国民参审嘛？而且他的义务，嗯，这个大，邱委员，他的义务大家都知道嘛，有当兵的义务，好，18岁负完全责任能力，判刑的话，今天飙车族18岁。领2个月跟17岁，好，然后去做一个比如说恐吓取材的动作的话，哇，这个不满18岁，好，就是少年事件处理，这个用这个少年事件处理啊，18岁以上，你都要负完全的责任能力啊。那所以说实在是没有道理说不能够让他参与这个国民参审的道理啊。那个司法院请教一下，那如果他在当兵呢，服兵役呢，还是要来？就是参与审判，跟委员报告，那个是在14条哦，14条不得被选任的，14条的第4款，不得是绝对现役军人或是警察。好，那12条其实标准嘛，标准其实都有道理啦，只是说现在我们要画在哪一条？那大家既然现在司法院还有我都没有办法说服大家年满23岁，我们这条就保留。好，接下来我们讨论第13条，请宣读。委员周春平等19人提案第13条，除第12款，周委员版本修正为受破产宣告或经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尚未复权。其余均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相同，宣读完毕。好，主席，来，李委员、吴委员，哎，陪审是李委员、刘委员、吴委员。我只有询问一下哈，第13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被选任为国民法官跟被位国民法官，那个不得。不得的那个没有那么强嘞，还是不应？这个要怎么看会比较好？不得就表示说，万一的状况之下还有可以当就对了，是吧？不得是被动啦。我知道，那为什么不写不应就好了？我有没有弄错？我不晓得这个法条上会怎么看。好，文字上等下司法院再说明。嘿，好，李委员。那个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司法院啊，原来你的版本里面啊，你的那个第七款的地方哈，你是原来是执行完毕未满5年嘛哈，
那你这一次的版本里面是把它改成，就是说，执行完毕未满两年，啊，你从五年改到两年的那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你觉得这个人不够，所以担心那个你的破那个不足，然后你才把五年改到两年嘛？因为你改你一定有原因嘛，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你在第十一环的地方，你讲说有事实足任，啊，因身心障碍致不能够升任，哈，啊，那我想请问的就是说，你加这个有事实足任是什么意思？你是觉得就是说，如果原来写说有身心障碍致不能够升任，你在法条写的时候，如果单纯这样表示说，就算没有事实，你也可以。我不太懂你加这个用语的一个原因到底在哪里了？不难道是你认定有身心障碍不能够胜任？不难道是都是应该要根据事实来做吗？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部分呢，我看了你加了一个那个受破产宣告，然后还没有复权的这个条件，这个在里面，我是拜托司法院厘清一下以上三点，谢谢。好，委员。也想请问司法院这边啊，对于有事实足任因身心障碍不能啊升任的这个议题啊，是怎么判断啊？因为我们现在身心障碍权利法里面有八大类十六种，哈，那并不是每一个都不适任啊，因为你还第十款有一个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它都是属于比较心智障碍类的。啊，这个有经过法院的宣告哈，啊，那这里到底怎么判，怎么认定啊？那还有怎么判断啊？因为在判断的部分，你在第十八条有一个这个国民法官的审核小组，里面只有民政局的人员哈，啊，并没有社会局的相关人员呐哈，啊，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认定的标准是什么？那谁足以去认定他们能够参与国民法官的一个能力跟权利？哎。好，来邱委员。对，简单提一个哈，就是应该是第十二款有一个受破产宣告嘛，好，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那就这部分到底是因为破产宣告为什么会跟这部分会有关联？好，来请司法院统一说明。那个先回答那个刘世芳刘委员的问题，就是他说不得被选任要不要改为不应了哈，不得是就像那个主席刚刚所讲的，那是用被动的方式来形容，也就是说他没有这个资格的意思，那么关于那个李委员跟邱委员提到的破产宣告尚未复权，我们认为说受到破产宣告啊，这个我们要考量到就是社会的观感了哈，那我们都还没有复权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认为是不适合了，好，那么关于说那个为什么会去改为两年哈，那个这个是李委员的意思，好像是在跟之前的官审的条例来比较。那么另外十一款的事情啊，那个有事实足任，这个怎么认定，或是为什么要加这个有事实足任呢，啊？就李委员跟吴怡晴委员都有提到，是不是可以让我们那个邱鼎文邱法官来说明？好，那破产宣告这边呢？来，是不是先李委员要再补充吗？还是请他们一并说明？我补充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为什么会提那个破产的那个部分呢？你在讲社会观感呢？我是麻烦，就是说待会邱法官补充的时候也可以厘清一下了。因为像现有很多的人，他之所以破产，尤其在现在受疫情影响，这次的疫情影响呢，其实是继二次世界大战，还不是2008年哈，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面临最严峻的一次的经济的一个冲击。那很多人的破产其实并不见得说他经营能力有问题，或者他信用不佳什么，他就是处在这个大环境的一个环境之下，然后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次才会有纾困啊等等的。所以
你用一个他破产没有复权，然后直接封杀他，单纯的讲说社会观感不佳，我觉得他好像还不那么有说服力了。所以就是说，邱法官可能拜托你在能够更具体明确一点，就是到底你的顾虑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一下，谢谢。好，来请邱法官。是。谢谢委员的指教。那首先从破产宣告这一款开始，那破产其实是对于一个人的信用的等于说已经一般性的不被社会信任嘛。那在欧洲对于这个破产宣告，就是受破产这个宣告的人哈，大概也是在很多的公职资格上做限制。那在我国呢，我们其实可以对照一下立法理由，在说明六的地方哈，就说明就是说他可能比较不适合在担任这种要决定判人有罪无罪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其实这个在我国法上，法官法、律师法也都有相应的规定。那为了让这个受判决的被告也可以觉得他是接受这个判决，他能够接受对他下判决的这些人，所以可能有必要列这样的一个消极资格在上面，会比较容易收到这个幸福，就是民众对判决的一个相信的一个程度。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比较过去所谓的观察乐界就是处分尚未执行或执行完毕是5年哈，是比较长的一个期间。那其实我们在规定消极资格的时候，当然是尽可能从扩大人民参与跟不要造成太多国民负担两个观点去做折中，尽量不要因为说让这个规定的时间太长，那人民也没有办法参与。所以后来就是在研修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建议。那我们可以对照第八款的所谓在缓起诉期间，还有第七款的缓刑期间的期满后未逾2年，其实可以做一个对照，就是类似像这种有更生的状况哈，我们希望说不要对这样的有这样记录的人有一个就长期标签化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我们是从这样的一个考量，希望可以能够做一个折中。那至于有事实的部分，它是一个审酌的一个标准，那并不是说能够没有事实直接就是很主观的认为说他是有身心障碍就不能够胜任职务。所以譬如说在选任程序的时候简便来问问题，他在过程可以观察到这个候选国民法官是不是适合。那譬如说他回答的内容，我们比较能够确认说他没有办法在精神上可以很清楚的回答问题厘清的时候，那可能就可以该当这个有事实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个都是要个案具体判断，并不是说能够有一个等于说画一条线马上可以很清楚的一个的这个决定。那以上先简单报告。我请教一下司法院哦，这12款事由我们大概是哪个阶段就会查得到？你是他被海选之后吗？还是一开始就会剔除？是跟主席报告，我们可以看到第33条，它有一个资料库，我们将来会在跟各机关嫁接一个资料库。那这个在最先的阶段哈，像这种破产宣告应该法院有相关的一个记录，那这样子我们可以在早期的阶段就做一个删除，这样可以避免民众就是奔波啊。像这种消极资格的部分，我们主要都是希望这样的一个处理。好，那来刘委员、吴委员、李委员。刚吴玉琴委员有提到那个在11款里面有事实足认因身心障碍的部分，我觉得这个文字用法非常的不妥当哈、哦。这个字不能胜任，好像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只要看到身心障碍就不能胜任，我觉得这不是太好，所以我建议说这一款是不是要拿掉，或者是要再修正成不要有歧视性文字的做法比较好。好。来，吴委员跟刘委员的意见也相似啊、哦，因为申请公约里面如果把这个文字这样放上去，我觉得也有部分的一种歧视的意涵啊、哦。那其实是前面如果受监护或
辅助宣告，我可以认同，因为他本来就是有经过法院的相关的认可啊，认定他确实在意思表示或接受意思表示有困难。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不然就是文字上要更谨慎一点啊，不然这样对于我们身障者有一点就全部否定他的一个参与权。好，来，李委员，然后接下来郑委员。那个我想请教那个邱法官，因为你刚刚还是没回答那个我的问题哈，就是说传统的我可以理解了，好，传统，然后你现在用法官法跟律师法来讲说，那法官跟律师基本上面来讲，法官他是有固定收入的嘛，对不对？他不是去像做生意啊，或者是独资啊，他是有很多的经营风险。律师来讲，一般来讲他的收入也是比较高，所以你在讲说哦，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破产宣告，然后你认为说，哎，他的这个社会形象这个不佳，但一般来讲，我们以现在的经济状况来讲，很多人受破产宣告，其实是因为他面临着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啊。我不会，我基本上来讲，我个人啊，我不会歧视一个人，因为他破产，所以你就觉得说，他这个人是觉得说，他不应该被尊重的。我觉得这第一个概念应该要。不应该是这样了哈，这是我第一个。我第二个要请教的就是说，我们去看到那么多的经济犯罪里面，有多少是受破产宣告的呢？它的比例是多少呢？因为有一些作奸犯科的，你反而才会觉得说，哎，他其实应该不适合。这个也是在你前面的几款的里面，你已经有列了嘛？哦，如果你有在前面你几款列的这些的情况之下，你认为说这些人呢，他可能才是真的你的社会观感不佳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完全按照你的法律的规定在做，然后他因为经济状况有困难的情况之下，你就直接把他排除掉，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我是。能不能先让我有个你的统计的数字，有多少经济犯罪的情况之下，他不是跑了，然后他是真的规规矩矩的，然后做破产宣告，这些 data 在哪里？可不可以拜托司法院说明一下？好，来郑委员，两个意见哈，第一个就一样是11款呢。这个身心障碍或身心状况，我记得去年跟前年在司法委员会的时候有审到，包含我印象中是公证人资格吧，去年好像把法医师法的这个身心状况把它拿掉了，就上一届都拿掉，对，都对，那因为那时候在那边讲半天，包含卫福部来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所以有遇到的大概都拿掉了哦，所以这个第十一款我建议是不要放了，因为如果你真的选任到这样的一个国民法官的时候，那你没有被禁制裁或其他的宣告，那这个人实在有够衰啊！平常在外面大家认为有够很正常，那因为进来之后发生一些状况，然后你被这个法院当作有事实主任身心障碍，就出去之后他变一个标签了。以后人家说啊，你这国民法官被人家踢掉是因为你有身心障碍状况，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替他人生做负责啊。所以这一款范围太大，我知道会有困扰。但是我们不鼓励黑数的状况之下，你把这十一款放进去有问题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这几款的资格里，在这个被不得选任的资格里面哦，有一种哈，最近有一些案件都会上媒体报道的，就是像那个叫幼保人员是不是？他有时候有一些虐儿的被调查中。那他也不会到前面几款说犯刑事被宣告或缓刑，那他也被爆出来了，有些家长跟教育单位也知道，社福单位也知道，那这个人被停权了，你不能够被去担任那个，不能够执业吧，哦，这个委员比较清楚哈，哦，那像这些人也没有在这个排除条款里面，可是一旦被选进来，因为他这类的虐待儿童的，那你反而是可以去当国民法官。可是我不知道说这应该怎么写啦，因为也不是只有幼保人员才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说他有没有这种受到行政上面一些处分，然后他应该在这边被排除掉的，这是不是可以也请你们研究看看？好，来邱委员。好，这个刚刚说，邱委员不好意思，我先处理一下会议时间。上午的会议时间我们就处理到第14条的条文。好，邱委员请。
刚提到这个第十一款哈，这个身体或精神障碍或其他心智缺陷，说这个参考律师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四款，这个应该是旧的，现在新的律师法应该是规定在第五条嘛？那第五条没有这一个规定啊？是不是再看一下？因为现在的律师法的第五条，它并没有类似这样的规定。好，邱委员结束了吗？好，来，司法院在十一款跟十二款，上一届我们在审一些专业技师，包括法官法的评鉴委员的时候，好像都有遇到这个问题，因为很难去规范，而且事实上就如同吴委员、刘委员他们关注的是违反那个国际法公约的，那。还有第十二条、十二款的部分，司法院再来补充说明。十二款的部分呢，要跟委员报告。我们法官法第六条哈，它第六条第五款就是受破产宣告还没有复权呢，就是不能当法官了哈。那我国民法官就是法官了，所以我们这样看待，因为当国民法官不是一件。小事，啊，他是要当法官的。那么在民法一零九六条啊，那第三款啊，一样受破产宣告还没有复权呢，他一样不能当监护人。那财产法人法四十二条啊，就是受破产宣告啊，或是依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啊，将裁定开始清算程序，还没有复权啊，这个也不能充任民间捐助的财团法人董事长、代理董事长及监察人，已经充任的当然解任。就是这些规定啊，跟委员报告。那么关于这个有事实主任啊，因身心障碍不能升任其职务啊，我还是要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是在选法官，我们是在选法官，那么这只是就是前面只是一个条件，我们要注意的是这后段，就是自不能升任其职务，要有这个判断啊，所以啊，应该不至于会有不适合的判断出来的啊。以上。好，郑委员。这个秘书长请教一下。因为这个不是受到那个精神卫生法规的宣告，那你又讲的是，其实遇到的是他应该不是肢体上面的障碍了，应该是精神上面的障碍了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说，说在我们现任的，我们有资料里面的司法人员，包含法官，包含检察官哈，有没有被？事实认定有这个障碍不能升任职务的，就是如果你们是圈内的自己人，有没有有几个案件是被你们宣告过的？就是说，哎，这个我在做法官，我在做书记官，有没有？我们之前几年在谈，就是说你真的很难认定我要被做拍狼，结果你职业的法官、检察官，哦，这些书记官你都不去动了，你来动这个国民法官，这个很怪啊！他来替国家尽义务，结果今天被你贴标签。那这个标签还是你们可能是在那个评议的过程中，他发现他讲话怪怪的，对不对？那他就说我没有问题啊，那你要强制就医，你要强制怎么样？这个是很奇怪的条款啊。这个条款就是十一款什么时候会要被认定啊？海选的时候，因为有些你是比如说在监在押这些，大概透过户籍可以查得出来，你十一款要怎么去认定？一定要见到人吗？一定要见到再来，邱法官说明一下。是，谢谢各位委员有关于对 CRPD 还有保障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美意。那我们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出发。这
这一款会适用，只有在他有事实主任他不能执行职务的时候才会发生。那我们其实在模拟法庭里面也有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他坐着轮椅来担任我们的国民法官，所以适用上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主席刚有提到说什么时候适用，其实我们要想象有一种状况，就是说在海选的时候接到通知说我本年度会有机会担任国民法官被选出来的时候，那有些身障的朋友们他可能没有办法，或是有其他困难没办法来参加的时候，他就可以先来跟法院申告，他就不用白跑一趟，他就可以不用来。那如果我们这边不做这样的一个规范，可能就变成他先来，然后在选任期日的当天才能够再做这个排除，反而会造成他们的麻烦。所以这一款的规定，简单来讲，它并不是要剥夺身障朋友参与的一个机会，而是反而是折中一个做法，让他有机会。那事实上，他如果不行的时候，真的没有在个案中执行职务的可能的时候，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他排除。以上报告。好，来。等一下，哪一位先？对，还是那个钟委员好了，他第一轮发言。刚刚没有听之前，听了九委员的陈述，觉得委员蛮有道理。但是刚刚的答复糟糕，越说越糟糕。不得就是一种剥夺啊？怎么说不是剥夺呢？他可以拒绝。好，如果这选任为国民法官是一种义务，但是他因为他自己的状况，他自己知道不能胜任，他可以提出拒绝。那如果我们要保留他拒绝的权利，那倒是他在什么情况可以拒绝去条文去明述嘛？那你们现在是说直接说你们可以他直接剥夺就是不得，而且是一他足以认定，那到底是他主张还是你们要求？这个条文里面看不出来，我们只看到是主张。其实刚刚郑委员已经有一点在暗示，不要是暗示了，就不要去诠释郑委员的话。因为精神障碍在很多的公务机关里面本来就是一个很不好处理的事情，因为在我们的传统的一个社会认知当中，说因为你是精神障碍跟骂你是那个感觉上会人家认为是同样的意思，所以很多公务人员他如果说不能执行勤务，不能执行职务，主管还要很委婉的说那你是不是休息啊，还不能说哎呀，因为请你去做一个精神状态鉴定，然后呢如果不能胜任那你就暂时不要来上班了。连行政机关主管对于这种状况都变得要很慎重处理，所以我是觉得条文这样定明白的剥夺当事人的权利，跟我们是不是用其他的方式在这个选任过程当中留有一些余地，或者基于当事人自我认为不能胜任他具体来提出，又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之下才需要去发动说因为已经选任了觉得不恰当那予以调整，不应该在资格上就直接剥夺他的权利。更何况说有些情况我们过去在发生公务机关在任用身心障碍人员的时候，有那种本来有身障手册后来没有身障手册，有那种本来不是身障人员后来取得身障资格，在我们公务机关就常常发生资格认定的问题，都所在多有。所以实在是建议法务部这个是一款应该是想一下是不是说一定要放在这里才能达到你们的效果，还是不放有其他方式可以达到同样效果。以上。好，来郑委员、邱委员。这第十一款我是建议如果有刚才说他得拒绝的这个条款的话放第十六条，放第十六条，那反而你们第十六条看起来是没有了齁。那在这边的话讲坦白就是精神状况嘛，对不对？如果说有那种其他的肢体障碍的，我们还认为说他说不定在那个当国民法官的时候，他可以有他相对来说他有不同的，他有他的见解嘛，那个没有问题啊，就精神障碍嘛。我刚问的如果秘书长你们真的拿出来，你们在司法体系里面，在检察体系里面，你们真的被认定精神状况而不能胜任职务的，你们自己都藏起来了啦。我讲坦白话，有些公开发言，那些都很反社会啊，大家看起来这个是有问题。问题是你真的很难处理啊，跟中华兵委员讲的一样，你没有处理自己圈内的这种有职业的这些司法人员，你去处理被抽到的国民法官，这些公委鬼啦，或者你没有其他方式去剔除，
好，那在第十一款真的不要这样子处理啊。好，来邱委员。这个第十一款哈，其实刚刚几个委员也有提到，事实上很多的专技的这个，包括律师法，它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那所以现在一个做法，就是说你本来的说法是说依照律师法第四条嘛，那现在已经没有了嘛。那再来就是说所谓的身心障碍者保护法。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它第一条就规定说，它是为了维护身心障碍者的权益哦，然后保障其平等的参与这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机会，所以它才定这个法。所以在怎么样社会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哈，它的名称叫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不可能引用这个法，反而来限制它平等的去参与啊，这个社会或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机会嘛。所以这个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五条，你看这个第五条，好，更没办法这个导出说用第五条可以来限制这样的机会啊。那看来看去，这样的做法哈，只剩下这一个你的立法条文里面，如果你要定这一个的依据，就是日本裁判原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嘛。对啊，但是这一个东西，因为我国的很多的法治事实上是比日本还进步，这也是我一直在讲的，包括去年的从大法官释字七四八号解释到大法官释字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等等之类的。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日本裁判法第十四条第三款就足以去正当化说我们现在要定这个条文吗？我是觉得非常的有疑虑。好，那个委员来，委员请。还是再一次强调啊，刚法官讲完之后，我觉得还是没办法说服我们哈，因为 CRPD 的一个精神啊，应该要保障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个参政或是相关的权益哦。那在这边反而限缩了他被选取被取得这个资格啊。如果您刚刚谈到的像如果是他可以拒绝的部分，其实在十六条的第四款有重大疾病、伤害或心理或生理因素导致没办法执行这个国民法官或被国民法官的这个先有困难，我想那个部分应该由他来说我不行。好，还有你还有一个十六条，还有一个你们的所谓的选聘的组成。好，所以在这过程中，我觉得这一条如果拿这一款如果拿掉，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哦，因为连你们自己的法官法里面不得担任法官的这个项目上面哈款项上面也没有针对声音障碍者去说哦，你不能担任法官。好，所以我想这部分如果刚破产先宣告是用法官法的第六条的第五款哈，那在我看法官法里面的第六条没有限制说声音障碍者不得。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考量整个国际的一个趋势哈，对声音障碍朋友的一个参政权或者参与各项权益上面应该给予保障哈，这一条拿掉，如果放着，我觉得争议会蛮大的。好，谢谢。好，那十一款我们是不是就拿掉？其实因为会有歧视的问题了。国民法官是不是一个权利？哈，这个我也不确定了。就是一个资格。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资格，那是不是权利？但是不管怎样，这条放进去确实有歧视的问题了。那现在是十二款，破产宣告，你们的考量是不是认为说观感不好，或者到时候他去当国民法官的时候，人家会去抗议，是这样的理由吗？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哈，就是国民法官就是法官啦，信赖是很重要的啊，信赖是很重要。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好，那李委员是不是可以就是照就是司法院的这个立法理由，是不是可以尊重这个部分？基本上来讲哈，我可以尊重了哈，因为我想我大概听得懂那个秘书长讲，他现在就是因为职业法官也是法官，所以他希望能够比照我听到的理由是这样子了哈，我听到理由这样。可是我还是要拜托一下那个司法院提供一下，像我们很多的重大经济犯罪啊，那个的这些人是都受破产宣告了吗？
好像跟我的认知不太一样，所以是不是就是说这些对社会上面对他们不认同啊，好像是比如说那个卷款啊、掏空啊等等这些情况，他们是不是都受了这个破产的宣告？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资料提供出来，好不好？因为你现在讲说这，如果那些人全部都是受这个破产宣告的话，那我就认同你的这个概念了哈。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因为我们知道在国外的话，你 bankrupt 的话，只是说因为你 bankrupt， 你要那个 bankrupt 的 protection， 你是要受那个破产法的保障。OK， 所以他跟你现在讲的东西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拜托就是说，如果你要加这个东西的话，然后去跟法官法一致，我没有意见，哦，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觉得你的那个数据啊，因为你司法院一定对于这个破产的数据一定有嘛，那我只要的数据是说，像这些重大经济犯罪，他是不是这些都受到破产宣告？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你的逻辑上面来讲就有点错乱了啊。好，司法院，我再跟你们确认，因为你们两院版跟我的提案，我的提案又再多了一个经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好，就是受破产宣告或经裁定开始清算程序尚未复权，这个部分我这样加注，你们同意吗？就是把经裁定开始清算程序这边也就把往前跑，这个我们同意委员的版本。好，那十三条我们就照周助理委员版的条文，然后删掉第十一款这个修正通过，然后十二改成十一。好，来郑委员。那我刚有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像那些类似幼保人员这样，那他也在那个行政调查中，那他被行政处分就不能够担任那个职务。那现在如果被抽到的，那这要怎么处理？类似啦，因为其实有蛮多跟他的那个职业类别，甚至他有证件、他有证照，然后但是被停权状态。那因为他如果被抽到，就是说他审到一个虐儿案件。那你自己本身就是被地方的那个教育单位停权的人，那这样你也不能排除他，这个状况你们要怎么说明的？来，司法院。可以让我们邱法官来。邱法官，就是个案啊，个案呢、啊，如果他有这个情况的话，是来邱法官，请说。是，谢谢郑委员的问题。郑委员的问题好像是针对说在行政调查中的状况吗？那有些已经被停权了。他们大概一次四年还是五年，就是说你不得再担任幼保人员。是，那就是看他的资格是不是我们这边公务人员，就是前三款有没有那样的一个资格。那其实委员们应该可以发现，这十三条就算是现在在侦查中的，如果还没有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或申请检判，也不会是消极资格。所以用这种举重明轻、举轻民众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哈，我们其实像委员刚刚所提到的状况，一定会依照个案去判断他的情节是不是有到达这样应该当作消极资格的一个程度。如果他停止的话，就是消极资格。是。那你那个是说他被调查中？他们不是公务人员。对，他们不是公务人员。所以不在前三款里面。是。就刚才邱法官，你的原则我可以接受了。只是说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怎么说明，因为现在会被到国民三审里面的应该很多都是这种暴力犯罪的，他自己本身也是啊，他自己本身也是啊，那但是你可以说因为他可能那边被停职了、哦、那个他也可以 找别的职业没有问题，但是他也可能有刑事的案件，也可能没有，但是他本身来说就是被怀疑，是或者被教育说，那你就是有这样的行为的，那这样你们怎么去说明他参与审判的资格啊？谢谢委员，就是如果没有列在上面的，那当然我们不能在一开始就用这样的
条件去排除他，那变成是他选人期日当天来，他我们会请他填一个问卷嘛，那会经过检察官辩护人对他做谈话，稍微问一些问题，那我们如果发现他确实不适合参与个案的审理，那可能会由检辩来提出附理由的排除或不附理由的排除，那做这样的一个实际上的个案的筛选。以上报告。好，林委员。那个邱法官，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你的真正的概念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你十三条的部分你是希望用你现有的资料库里面就可以很快的确定那个到底是哪些人是符合的，是不是这样讲？然后呢，像刚才郑委员提到的部分呢，你可能会用第十四条的，你可能会用对不起，你可能会用第十五条的那个第九款的部分去把它踢掉，就是说你会用这个有难期公正之余的情况之下去把它踢掉。你的概念上面在法条设计，你是不是在说第十三条的部分？因为我看你这个地方其实基本上来讲都有资料库嘛，都可以确定哪一些人不具这个就是消极资格嘛，所以看起来你的设计的逻辑上面是不是说十三条的部分你用资料库就可以很明确的谁是符合国民法官资格的，然后如果有像个案的情形，像郑委员，对不起，我也把他当法官，那个郑委员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那你可能是调入，不管是他如果要主张的话就到第十六条，那如果说是法院认为说他其实不适合的话就到十五条，你的设计概念是不是这样子？是，谢谢委员。那确实如委员所讲的，如果很明确的将来在三十三条资料库嫁接可以做处理的，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可以做这个排除的动作。那像您讲的十五条第九款，是不是执行职务主任会有难期公正之余，那个确实要现场再来询问才能够了解。那其实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在模拟法庭的操作过程啊，有关于第十五条这样的有没有具有跟特定关系，跟被告或者是跟被害人有具有特定关系这样的一个消极资格呢？确实是在当天才来做处理，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个案的资讯在一开始就寄给所有在名册里面的可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这些民众，那这样子会破坏到个案这些当事人的隐私，所以在实际的操作上是做这样的一个处理。以上报告。好，接下来我们讨论第十四条，请宣读。委员周春米等十九人提案第十四条与司法院、行政院提案第十四条相同，宣读完毕。好，有修正动议，请宣读。请参阅修正动议编号第七，第十四条对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条文，增订第十四款十四，一年内曾任国民法官者，提案人委员吴怡丁等。好，来李委员，我想请问一下哈，同样的就是说你把消防员呢删掉了，在这个现行的版本里面，但你的立法理由上面讲啊，你讲说这个现役军人啊、警察呀，然后他这个为了要避免他担任国民法官担任他的职务哈，那但是你把消防员，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不管是防疫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社会上面的那个需求也好，其实警消啊它其实是在一起的哈，那为什么消防员的部分删除你没有顾虑，它的原因是在哪里，就拜托说明一下。好，来司法来刘委员，我同样的问题想要询问哈，就是说在不得被选任为国民法官的资格里面哈，第二款里面有提到各级政府机关首长、政务人员及民意代表哈，那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政务人员的定义是什么，有没有包括是机要哈，因为很多首长他们旁边的机要人员，如果你把他排除在外的话，就表示说他也可以担任这个国民法官的资格哈。然后再来就是请教一下第十三款哈，不具听说国语能力的人员哈，他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因为如果你在第十二款里面有提到说要有这个高中以上的同等学历的人，基本上他大概都会学习中文哈。
那同时呢，我们在好几次的沟通当中呢，我们又希望说可以考虑一下说新住民哈。那既然新住民他们如果已经有这个基本的所谓的国语表达能力或者母语表达能力的话，应该不要把它写成这个样子，因为不具听说国语能力的人员，除非你说你要拿到一个说你有国语这个什么认证书之类的，否则你怎么样做这个方面的规范，而且会让他觉得说，如果我需要讲母语，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当事人本身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这个台湾的部分的话，台湾人的部分的话，会造成有一些歧视性产生。所以这几点呢，可能要麻烦那个司法院再做一下我刚刚的几个疑问，好吗？谢谢。好，来吴委员、邱委员、钟委员，然后最后吴委员，那吴怡丁委员。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上次在质询的时候，其实也针对需要具有高中以上的同等学历啊、哦，我是提出了一些疑虑的哈，因为日本是针对义务教育，大概如果台湾来讲，义务教育应该是国中哈、哦、为主哈、哦，那我们一定要坚持在高中以上嘛哈、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具有听说国语能力啊、哦，因为我们国家语言法国家语言发展法也刚通过没多久哦，那这个国家语言呢是指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哈、哦，所以你这个国语到底定义是什么语言？好，现在其实各种语言几乎都是国语了，好，那所以这部分的显现，如果这边现说的话，我不知道未来是哪一个才是国语，好，那是不是要有相关的人担任通译的，好，我不知道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司法院能够再做一下说明。好，接下来是邱委员。同样第13款哈，这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这个如果说国民，就是说不具听说国语能力之人员，到底是说这个要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我其实就是说，你就是说把这个规定出来，那到底是说听跟说的能力都必须要去要求，还是说怎么样？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跟？你作为一个国民参审的法官，这个会连接上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就是说国民法官哈，听，好，就是说他的要求是说听跟说都要具备啊，才能够这样，还是说只要听，还是说只要说，还是说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而且以台湾的这个状况，哈，又不是一个单一的语系的一个国家，那为什么说一定要去强调这个？我是觉得也是觉得很纳闷呐，哎。好，接下来钟委员。哦，这条呢跟前面的第13条配在一起看哈、哦，那我们大概可以理解。那么在这里面呢，很清楚的第13款很突兀。第13条我们处理的是他的公民权的资格，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身心障碍者他是否为身心障碍，有没有具备那个能力，不是资格，不是公民权的资格的问题。第14条我们处理的是身份跟职务，那因为身份跟职务，因为跟他所要扮演的国民法官的角色怕会有冲突，好，或者说因为过去职务上的联系会造成一些不当，因此呢我们才把它排除。所以呢，这里面的第12款跟第13款呢，显然呢是能力，那能力不应该是在第14条的规范范围内。你说学历过去都被认为能力，跟他的职务和身份没有关联，所以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12款不应该放在14条的法律当中，同样的13款也不应该。如果司法院认为不具有一定学历以上的人就不具有这个能力，或者说他没有办法听，或者说抱歉听跟说，在某些情况下身心障碍者他是不是具有听跟说的能力，这里面又涉及到跟第13条同样的问题。所以我是建议第12款跟第13款他在法的体力上是一种能力的实质上能不能执行这个能力的判断，不宜放在第14条当中身份的一个回避或
排除这样的条款来看。好，所以我是觉得十四条第十三跟第十二款拿掉。好，来郑委员，请教一下第八款，就对于这些大学的教授讲师哈的排除的原因是什么？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是在补习班教考律师、考司法人员的，那不是教育部审定的这个，那算了，在这边被排除掉了。这个为什么他们不能被选任呢、啊？这第一个问题哦。那第二个，这十二款的部分，高级中学哈、哦，那刚才有委员讲到，日本是国中，我们是高中，你们是不是可以改成？把他的那个学历哦，改成是根据十二年国教的写法，大概就是完成十二年那个国民基本教育嘛，用这样的写法，而不是用高中或同等学历啊，我觉得会比较符合这个。好，来，请司法院说明。那个首先，那个李桂明委员所讲的消防员啊，为什么没有排除哈、啊，没有列在这里面呢、啊？那么，因为当初我们跟行政院在会商的时候，他们有提到说，消防员跟警察的勤务是不一样，他们是可以调整，所以基于这个理由，我们把消防员呢认为是他是可以被选任的国民法官或被为国民法官的。那么刘世芳委员提到的那个政务人员，我们在说明栏、啊、有去提到政务人员是指下列人员，就是在说明栏那个第一点，就是依宪法规定有总统任命之人员及特任之人员，第二是依宪法规定有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人员，第三呢是依宪法规定由行政院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之人员，第四是其他法律规定之中央或地方政府比照简任第十二职等以上职务之人员。那至于啊说要不要有高中学历或是同等学校以上学历啊，这个部分呢、啊、那个是那基于就是基本上这是能力的规定是没有错，因为审判的流畅，我们要基于审判的流畅说做这样的一个标准线的划定了哈。那么关于刘世芳委员、吴怡晴委员呢、啊，还有钟嘉宾委员以及邱显智委员提到的这个第十三款。不具听说国语能力之人员，同样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让那个审判可以流畅，因为他是法官，所以因为法院组织法九十七条，我们的法院组织法九十七条，他就明白的规定，法院为审判时应用国语啊，所以这个国语的定义啊，就是法院组织法九十七条。跟他的定义会一样，那么也就是说，国民法官他是法官，那么他不是关系人，你如果关系人，就是他在进行诉讼的时候，在关系人使用的那一段，比如说他是被害人，他在被害人陈述的时候，或是他参与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通译陪着他，那一段，但是。国民法官他要始终啊，就是参与，而且要参与评议啊，那个要我们要求就是他要能流畅的使用国语，他不但要完全能听懂，其他人讲的话，他也能顺畅的表达，这样子说明。那么关于郑运鹏委员提到的部分呢、啊，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彭厅长来说明？好，来厅长。
就这个我们在这个资格当中有提到承认现任或承认教育部核定的大学或是独立学院专任教授等的这些事项，那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这些这个相关主要法律科目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对于法律的这个熟稔的程度啊，跟我们国民法官想要引进一个素人的一个法感情的这一部分呢，可能会有一个不相合的地方。那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这个要列这些消极的资格也没有办法把社会上各式各样的各种的这个资格都完全的尽列了。所以说，如果说是他不是在主要的大学任教，或是他有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在补习班啊教授这些部分啊，那这个部分要列进去，恐怕是会有一个困难的。不过他基本上的一个精神那就说明如上，谢谢。郑委员的第二个，郑文鹏郑委员的第二个问题，可不可以让我们邱法官来说明？你们就直接派代表说明，哈。没人就直接讲就好了。就是可不可以第十二款可不可以用国民教育法去定义啊？文字上，国民教育法的部分，这个我们是不是再回去确认一下国民教育法相关的条文？那确实如同委员所讲的，经过十二年的这个国教的这个我们尤其在参与审判比较着重有关于公民方面的教育嘛。那其实当然如果像日本法，它是用中学的这个层级，也没有说一定不可以。有关于学历的限制，它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调整，一个政策的一个调整。但是我们就是考虑到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来参与审判，然后还有就是说接受审判参与的这些诉讼关系人对于台上的这个审判者的一个期待跟要求，所以包括诉讼的流畅性等等，所以这些是我们当初设定的一个考量。以上报告。好，来李委员。我要请教的就是说，那个你法条上面的设计啦，所以刚才为什么十三条的时候，我讲说你十三条看起来好，为什么十三条我没有反对的原因，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你直接从资料库里面就可以确定十三条的部分，你想要先从这个资料库里面去捞出来都可以确定，所以当你把那个什么原来的十一项删掉之后，其实你都有你的资料库符合那个概念嘛，符合那个概念，所以那个我没意见。可能你到了十四条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一个，因为你十四条、十五条是把除了消极资格之外，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把它排除嘛？那你如果你十四条的部分是用他的身份跟他的职务来做一个排除的规定的话，那他就会掉入刚才也有委员提到说，那你十二、十三的部分，它就是跟身份跟职务无关，好像你应该把它摆到第十五条的这个部分，去确定了哈。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到底你的法条的设计，你在做十四条的时候是做用身份跟职务的部分去排除吗？还是说不是？那为什么有些地方你把它摆在十四条，有些地方你把它十五条？这是问题。然后回到刚才你讲说，你跟行政院的会前行政院的时候，行政院讲说，那个警消虽然他们职务是一样，但是警察人员的职务是不可以动的，但是消防人员的职务是可以动的。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是不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做消防人员的职务是可以动的？调动，对吧？就是可以调动了。对，那他可以调，他可以分配的情况下，警察的他不能够分配。他，你这个原来讲的，你的原来的那个，你原来的立法理由上面讲说，因为他们常常需要值日夜，避免担任国民法官耽误他的职务，然后影响公众的权益嘛，对不对？所以你是觉得说，消防人员他的职务调动之后，他就不影响人民的权益，但是警察的职务不也是一样可以调动吗？好，来那个，可以让我们邱法官或是那个邓主任来回答这个问题。那等一下，邱委员跟委员是针对这个相关的吗？还是有其他的问题？顺着他这个。
好，那你再讲一分钟。就是这个十三款，这个哈，现在其实已经不这么用了，因为国语说实在的哈，因为我当然理解那秘书长你刚才说那个法院组织法，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有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好，你可以去看一下《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它就规定说，本法所称国家语言之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语言及台湾手语，包括秘书长立马就清楚的嘛，你的说法也不会是说依照有关定义的国语啊，你自己在讲的是嘛呢？所以我们的版本里面就是都会说叫做我国语言，那我国语言就会连接到《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应该是安内啦，好，我觉得你要商榷一下，因为这个我国过去这么长久的这一种歧视，这一个不管是说客家话、西南贡诶，这个火罗维，好，然后或者是各族群的语言，有这么这个长的一个历史，好，这么惨痛的历史，那底下这个法院里面，当然就是说，台湾并不是一个单一语系的国家嘛。好、哦、啊，立功国语哈、哦，然后这个其他人这样讲，大家早就自然形成这样的语言的习惯了嘛。那你要去要求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又回到过去的那个年代了，这当然是大家不能接受的。那我再提供一个意见，好、哦、给秘书长参考，像后风案的例子就是一个很惨痛的例子，法官讲国语，被告听不太懂国语，那欧北乱讲。好，然后硬要讲国语，结果挑了去、并了去、刮了去，现在讲了老半天，结果搞到最后就弄出一个冤错案嘛。所以应该是说，去尽可能的去体贴所有的国民法官嘛。那如果真的大家没办法沟通的情况之下，还是有很多的这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可以去克服啊。那你现在定了一个这个哇？人家好不容易弄一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然后说要有很多的这个、哦、去辅助，不管是说客家话、哦、各民族的语言，甚至说火罗维这种做法，然后因为在这个法条里面这样定下去，会花皮啊，所以这个那个是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应该要改，而不是说这个条文去这个哈、哦、去照着这个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去处理啊。好，谢谢邱委员。那个就是接下来吴玉丁委员先发言好了，第一轮，然后接下来吴玉琴委员，那大概我们就会休息，因为这个十三款确实是蛮有争议的，而且这个范围怎么去厘清定定，可能司法院再想一下。那是来请吴玉丁委员发言。不好意思，我是解释一下我的修正动议。那个我需要增加十四款一年内承认国民法官者，因为我们其实案子已经很少了。那我看到我们的第十六条里面也有说，有下列情形者得拒绝被选任为国民法官。那其中之一就是在成为候选国民法官经通知到庭未满一年嘛。那我觉得这个所以你们也是会考虑说有可能这样子的情形发生。那我觉得啊，为了避免职业国民法官的产生，会有许多的问题。一来我们都知道你们付的车马费，你们付的那个费用是还蛮高的，一天打算是3000块钱嘛。那为了避免这样子的产生，或者是被告或被害人的律师他在选择国民法官的时候，可能参照他之前曾经担任国民法官的时候的表现来做选择，我觉得为了避免这些情况，我们应该排除一年内承认国民法官的人。谢谢。好，接下来吴玉琴委员。我想司法院这边真的要再思考所谓国语了哈，因为刚刚提到那个法院组织法97条，法院的审判时应用国语，那对国语里面过去可能就是狭隘的北京话或是华语啊、哦、那可是我们现在有国家语言发展法，
好，非常清楚的第三条，刚刚邱显智委员也提到了，我刚刚也提到啊，它确实是有定义的，好，国家语言里面指的是台湾各固有的族群使用的各种语言，所以是非常多的语言，好，所以你在这边又如果你。我不知道，如果你能用广义的国家语言法、国家语言发展法的定义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不太有意见。可是你的刚刚林秘书长讲的，显然是又回到过去狭隘的所谓国语哈，所以就会产生我们会觉得你这个部分会排斥或是对于其他语言的不尊重啊。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真的要审慎考虑，是不是就把它拿掉？谢谢。好，还有没有委员有问题？那刘委员。我可不可以根据刚刚吴委员所提的部分，就是说把那个国语哦放在那个我们的那个解释里面，就是现在所通过的国家语文发展法的国语，这样就比较不用再说。要不然的话，我是建议就是把跟前一条就是那个义务教育或者是同等学历把它放在一起就可以了。要不然你直接讲国语的话，望文生义，大家都觉得就是所谓的那个北京话的国语。好，谢谢。那李委员。我觉得这个可能那个刘委员跟吴委员有误会了哈，或者是还有刚刚前面的委员，因为我猜司法院当初在做这个东西，在改，因为前一个版本官审的时候，你们用的是中文嘛，你不是用的国语啦，那你。我在猜你为什么把它改成国语的一个原因呢？是回归到你的就是法院组织法的部分，你用的这个 terminology， 你用的用词就是用的这个国语这个两个字，所以你把中文改成国语，我猜你的原因大概是这个样子了哈。但问题是说，刚才邱委员也好，吴委员提到说要把国语呢改成就是。这个国家语言的这个发展法的第三条啊，我个人是有不同的意见了哈。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第三条的部分呢，直接定义什么叫做国家语言。它说国家语言呢，其实是包括是指啊，它是指台湾各固有族群使用的自然语言跟台湾手语。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你只要假设你他在表达的时候，如果他是假设我们讲说用台湾手语，他也是符合这个国家语言的一个部分。可是在场你们在做不管是中间讨论也好评议的时候，我在猜就是司法院为什么会规定这一条，只是我觉得这一条其实这一项其实不应该规定在这里，它其实应该规定在可能第十五条的部分嘛。如果你第十四条是谈论身份跟职务，我觉得把这个沟通的方式摆在十四条其实是我觉得不妥当的了哈。但是如果你的第十四条并不是只有含身份职务，你还要含到你的具备沟通的能力的话，那当然你摆在十四条我也不会有意见啊。那只是说你现在要把国语两个字要把它改入到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第三条的，我个人就会有意见，因为这个会产生到你真的在参与的时候沟通的时候它的一个困难度，反而增加它困难度。那我在猜你当初为什么这样写的原因呢，我没有参与了，但是我在脑筋里面想说你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原因，再不外乎就是说像国外也是一样，国外他在 communicate 的时候，他要确信他用的一个语言是统一的一个语言，那这样子所有语会的成员他都懂那个语言，他才有办法彼此之间沟通。但是如果语会的人呢各自有各自的语言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就很难达到沟通的一个目的了哈。但这个只是我揣测司法院的这个想法而已，但是实际上面的情形我觉得司法院可能是还是要说明一下，然后也特别拜托行政院的部分说明一下为什么就是消防员他的职务是可调派的，警察是不行的，我觉得这个逻辑上面来讲我还是没听懂。接下来钟嘉宾委员。好，我想哈，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六条其实应该整合来看。国民法官的目的，诚如刚刚应该是厅长就说的，就是一个让国民有参与的机会，它不见得是一种权利或是一种义务，它是一种机会。我们希望引进这个机会，但在引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三个条款呢来处理。十三条，我们对他公民权的资格，我们予以处理。如果你的公民权被限制，我们认为那没有给你这个机会，也不失我们国民参审的目的。
第十四条，我们就身份，身份当中大概分成三大类。第一类第一款到第三款，就是跟政治有关，因为我们希望呢，政治人员啊，因政治政务派任人员来影响司法。第四款呢，现任的军人跟警察，或许可以理解，警察是因为执法人员最多，军人必须超出党派之外，可能某个程度上跟前面三款有点像。第五款到第十款，其实规范的都是因为他的身份跟职务和国民法官他所处在的职场环境的相关人员太密切了，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些人不需要再来参与了，所以就把他除外。但是最旨意的是十二款跟十三款，他是能力。其实既然是一种机会，他的能力就不应该由我们来评定。凭什么认为一个国小毕业很有智慧的老者，他没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国民法官？更别忘了，现在我真的很多实务上的现场的校长告诉我，高中职的学生啊，他认为他们不识字，我听了吓一跳。什么叫不识字？他说在考一个学生呢，言辞点火，他是机工科的学生，他说言辞点火你怎么不懂呢？怎么 A B C D 你选不出来呢？迟到，你不是每天在迟到吗？迟就是来不及的意思啊。他说报告校长，言跟词，言我看不到懂意思，言跟词放在一起就不懂了。我们目前的教育高中职的程度到这里，所以如果你认为学历就代表能力，这个其实在这第十三款你怎么去判定他能不能听说国语？所以我是觉得第十四条他基本上处理的是职务跟身份，而不是能力的判定，你还要去判断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反而是第十四条，我们再看第十五条，对不起啊，十五条呢，就是说它跟个案可能有些关联，所以十三、十四、十五，我们很清楚的就十三条它的公民权的部分，十四条就它的一个身份跟职务的适不适合的部分，十六、十五条就它跟案当事人可能有没有关联的部分，最后我们把十六条做什么，留给当事人他就拒绝的理由。如果我因为年纪太大了，车马奔波我不适合，我会拒绝。比如说我听说的能力不是你来限制我剥夺我，而是我觉得我实在是还蛮恭维，我拍摄去做一回。甚至你看看第十六条，都是给予当事人他自觉，你给我这个机会，但是我实在有现实上能力上经济上时间上的限制，所以我可以拒绝。所以我期待司法院希望国民法官有让社会可以说跟一般的法官一样，给人家可以信任感，但是这些国民法官的信任感正足以要反衬说法官的信任感可能来自于很多外在社会条件的堆砌，但是国民法官是来自于他来自于人民。所以我们不能该把机会在前面的身份啊、公民权啊、职务啊就给他排除了，应该留给他自己来决定。所以我是觉得能不能听说国语流利，不管这个语是不是包含说我什么固有语言，都应该留给当事人说他可以拒绝，把拒绝的权利留给当事人，而不是我们一开始就用十三、十四、十五把他的机会给剥夺。我是觉得呢，法的体力上，希望我可以接受十二款或十三款，考量到学历的能力，考量到语言的能力，但是留给放在十六条，让他当事人自己来表达。好，司法院要现在处理吗？看起来这一条有一些是文字要调整了哈，那也不一定是要不要拿掉的问题。那是不是说，因为现在招委也不在，那是不是我们现在先休息，下午两点再继续开会？两点哦。好，可以吗？好，大家休息，辛苦了。